那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今天的公听会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各方的专家。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这次电影法修正哈，总共有八个版本，韩委员的版本以及这个行政院的版本哈。那在这些版本其实都有着重点，但是也引起社会蛮大的关注，因为电影法到底这次修正要修正到多大的幅度？是不是纯如官方、纯如行政院所说的，是要分所谓的这个两阶段来这个开放？那中间发电、电网这个售电，好、哦，发电、输电跟售电的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合理的这个配置？好、哦，那我们觉得其实很需要许许多多的学者，许许多专业的朋友来给官方也好，给委员也好，来给社会大众也好，来做一些提点跟意见的陈述。那我相信这些高见、这些意见都能够在公报中的完整呈现。那也今天院方行政院我们行政部门的代表、经济部李部长以及许许多多的各位的各级的这个官员也都到场哈，我们希望说官方的代表能够听取许多专家跟学者的发言跟意见，能够把这个意见列入将来在审议的时候哈的一些作为一些重要的依据跟参考。那我们今天的公听会的程序哈，我们今天会请学者专家来发言。那原则上是有两轮次的发言哈，但是如果说时间有充裕，还是时间有够的话，我们可以再开放现场的这个委员哈，还有官方代表，最后一定要做回应哈，来对于今天的这个发言。那我们原则上今天的发言是八分钟哈，然后结束前两分钟，结束前一分钟会有一声提醒的铃声。然后结束后，时间到了以后会有两声提醒的铃声哈。那我们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莅临。那还有蛮多的旁听的这个各界的，不管是公民团体或者是学界的朋友，我们都非常欢迎。今天我们先来介绍今天与会，已经到达的哈。这个各位朋友，那一二三四，好，我们先来介绍哈。首先先介绍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电机工程系林法正老师。接下来是建行科技大学电资学院江清赞院长。接下来是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高如平理事长。接下来是绿色和平蔡思婷主任。接下来是工研院绿能所方良吉老师。接下来是清华大学科技法律所科法所高明志老师。接下来是核能留言终结者创办者黄世修先生、黄世修老师。接下来是台电南北徒步串联自救会召集人杨家法先生。接下来是台电工会常务理事萧炫忠先生。接下来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刘俊秀会长。嗯，哦，他刚刚是洗手间吧？待会儿再补充。好，那待会儿如果陆陆续续，我们今天原定，有要莅临到场的，那待会儿到了以后，我们再轮空跟各位做介绍。那对于官方的各位各级官员哈，我们首先介绍经济部理事官部长，主任秘书陈怡玲主秘。法规会专门委员罗翠玲委员，国营会
副组长刘吴国清副组长，还有刘俊秀老师来了哈，刚好先打招呼就要坐下。那接下来，能源局林全能局长，主任秘书李君礼主秘，台电总经理钟秉立总经理，教育部资讯科技教育司李新信科长，国民学前教育署专门委员王慧秋专委，行政院环保署中继处检任视察吴林竹视察，好，看到了，谢谢。环保署一样，环保署空气品质保护及噪音管制处兼任技师任怡凡技师，哎呦，你的啊，看到了，谢谢。好，我们也介绍好许许多多好多位旁听的朋友哈，这个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张雅纯啊，他们推荐的，还有再生能源推动联盟所推荐的林木新先生、陈希达，还有何义杰，还有绿色和平所推荐的所旁听来前来旁听的刘家伟、陈永仁，好，中华民国电机技师工会推荐的杨坤德、江长树，好。我们先开始哈，发言时间，我们现在到哪边？都到这边发言哈。那我们先到主席右手边的发言台发言。首先，我们先请国立中央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法正老师先发言，时间八分钟。那么，我们请清华大学科法所老师陈高明志老师先准备。可以开始啊，主席、李部长，还有在座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先进，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今天这个电业法修正的公听会哈。那么我们想想看哈，我们这个电业自由化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哈？那基本上哈，全世界电业自由化的目的哈，不外乎三个。第一个就是提高营运的效率，第二个是降低营运的成本，第三个就是增加电源。那么我们看看过去台电营运的这个绩效哈，那么我们根据它的每户每年可以停电的时间、限损火力发电厂的效率、每个员工的售电量，其实台电过去的营运绩效 ，even 在开发国家也可以列入前段班。那么另一方面呢，2014年台湾电价。住宅电价是全球第三低，工业用电的价格是全球第四低。那么，所以呢，我们目前来看台湾的电力环境，其实我们自由化最大的目标应该是开发电源，而且哈，为了因应这个温管法，我们要开发的电源是更多更多的这个绿电。那政府目前的政策是2025年要完全的废核。那么各位也知道，核一二三厂它的总装置容量5.14吉瓦，过去可以正常发电的时候，每年发电的度数是400亿度，占台湾发电量的18%。未来呢，必须要靠 LNG 的发电跟再生能源的发电来取代。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目前再生能源哈，扣掉水力之后只有2%，因此呢，台湾必须要尽快的扩大再生能源的部件。那这个呢，要赖活络的电力市场，还有完善的法规跟金融规划，才可以吸引大量的资金投入再生能源的部件。那另一方面呢，也必须要完善的电力系统的建设，还有智慧电网的技术，才可以在大量再生能源部件的时候，还可以维持电力品质，还有电力系统的稳定度。那么，所以呢，因应呢台湾目前的电力环境呢。个人是认为，我们电业法的修正应该采渐进式，逐步开放电力市场。所以呢，我们可以先开放，汇率不受管制的再生能源的发电业，还有售电业。而且呢，因为我们缺乏电源，我们也必须要允许气电共生，也就是自用发电设备的部分的电能也可以授予
共用售电业及配电业。那么另一方面，我强调我们在电业法的修正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强调再生能源的售电业者具有备要容量的这个义务。我就以德国为例，那么德国呢，基本上过去以来都是再生能源优先并网，那么再生能源业者却不需要负担备用容量的这个义务，所以呢，传统的电力事业售电业呢，必须要承受备用容量的义务，而且他又没有办法售电，所以纷纷接近破产。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如果我们只是利用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来扩张再生能源，而不用电业法来规范再生能源业者的权利跟义务，那么有可能会让这个传统的电力事业瓦解。那么，目前行政院版的电业法的修正草案，基本上它是先开放费率不受管制的，再生能源发电业跟售电业，而且呢，它也有看到这个气电共生业者的困难跟台湾需要电源，所以它也允许自用发电设备的部分电能可以授予公用售电业，法条的69条跟70条。另一方面呢，它也强调再生能源售电业具有备用容量的这个义务，法条第27条。那么可是呢，目前所设计的不管是职工或代书的机制，其实只能够吸引到比较便宜的再生能源，例如风电，愿意进入电力市场卖到比较好的价格，因为一般风电的价格是2块，代书大概占20%的费用，再加上20%2.4块，所以呢，在这个风力的电者呢，他进入这个电力市场，他会卖的比现在台电的准售电价还要高的这个价格，然后使用者绿电使用者，他也有可能买到比较好、比较低的价格，低于3块的价格。那么其他成本较高的再生能源业者，例如太阳光电，目前的价格大概是成本大概是4块，所以呢，考虑到这些不管是职工或代书的成本，目前成本过高，他可能近期之内还是只会走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趸售价格，把这个电售给台电。所以初期我们的电力市场的自由化有可能比较那么的冷清，但是呢，如果太阳光电的价格在短期内能够它的这个发电成本能够变得跟风电一样，那么因此呢，我们这个行政院版的这个电业法修正的这个整个再生能源发电业跟售电的机制，是有可能能够达到大量绿电电源开发的这个目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因为电源短缺，所以台湾必然将来会必然面临非常大的限电危机，再加上各位也知道再生能源的大量部件，我们必须要忍受再生能源它的间歇性，所以呢，在欧洲跟美国，它都利用序量反应或自动序量反应技术来克服再生能源的间歇性。可是呢，目前在行政院版只看到序量反应的定义第2条，还有购买序量反应第27条，并没有见到再生能源的 aggregator 还有序量反应的 aggregator 入法，未来如何顺利推动不是很清楚。那么而且呢，在行政院版里面除了有指定电业管制机关外，另外 还得召开电力可靠度审议会、电业争议调处审议会及电价审议会，如法条第3条、第49条。各位也知道，这个能源局是3级机关，那么这3个审议会呢，是直接在行政院下面设置，将来事权如何统一，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总之，本次修法为第一阶段，将电业分割为发电业、输配电业及售电业，而且开放用电选择权及绿电费率不受管制。第二阶段才开放其他传统能源职工代书。基本上本人予以支持，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林老师。接下来我们请清华大学科法所高老师。那高老师上来发言，建行科大电资学院江院长请准备。
主席以及各位委员以及李部长，然后以及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简报封面，其实很多的媒体朋友其实刚刚看到我在准备的时候，就觉得说高老师，你这个封面是不是写错了？没错，我今天的立场是我非常支持，其实行政院版的电业法修正草案。然后下一页，然后其实大家没看错，我非常的支持下一页。然后其实，然后我等一下就要跟大家讲大概的十点理由。然后其实第一点理由，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目前的电业法修正草案了，特别是在政府组织的体制改革上面，其实是采取最小化的改革的这种步骤。然后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台湾这真的是台湾这次在修法过程当中非常伟大的发明，而且甚至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修法方向了，其实不止国内的其他的单位，像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公平会跟金管会，可能都要效法这样的一个方向，甚至也包括我们可以请美国、欧盟以及德国、英国这些专家看看，就是说我们只要做这么微幅的调整，我们就可以引进这样的独立管制机关了。为什么外国要做的这么复杂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第一点理由。然后第二点理由是，其实，下一页，不好意思。对，然后下一页其实就针对说，那针对这个电业管制机关的独立性啊，其实长久以来其实大家都对它非常的有质疑，知道？特别是因为这个电业管制机关基本上它是透过指定维持的嘛。可是实际上我也会认为说，其实这个电业管制机关其实大家不要怀疑，它可以非常的独立，因为我们的政府其实都一直跟我们说，它绝对会确保它管制的独立性，因为我们的电价绝对不会上涨。对，然后这个其实是大家也是可以相信的一个保证，知道？然后下一页，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变成说，其实，在目前的电业法的这一部电业法，其实，在上个礼拜的那个公听会简报，我们可以一直看到，在那个简报当中，其实有涉及蛮多的，提到蛮多的开放传统发电业部分。大家有看到在上面有提到开放传统发电的部分。然后，其实大家看到的这样的，我们身为法学者看到这样的条文，其实我们最大的质疑就是说，哦。那既然现在这部电业法才真的导入了传统开放传统的发电业，那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目前大家在市场上面看到的独立发电厂，其实它都没有法源依据，它都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部电业法让它就地合法化，还是说？当然是说，我都知道说，民国八十三年其实有一个韩式啊，其实已经透过韩式的方式，然后导入 IPP 的。可是我们这种方式，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到，其实跟世界各国导入 IPP 都一定要有法律立法院三读通过法律为之的这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部电业法终于让这些 IPP 合法化了，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下一页，然后第四点，其实在这部电业法其实的用户权益保障上面，其实也是世界第一的。因为其实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其实在开放用户选择权的过程当中，通常都是渐进式的开放的，很少是一次全部开放的。可是我们这也看到说，其实我们在开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用户的确被赋予了买环保发电的自由，环保电力的自由。可是问题是，你也同时可能面临说，你会面临比较贵、比较不稳定，甚至你要仰赖双边合约这种非常麻烦的机制的这种权益的保障。然后这到底是权益的保障还是权益的剥夺？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下一页，然后第五点，其实就是变成说，在长网分离的模式方式的分工的方式上面来说，其实台湾也相当的独特。然后这边简单的说，其实就变成说，世界各国其实在做这种法人分离的时候，其实通常着重点就是说，你要把输配电独立出来，成立一家独立的公司，然后确保它的独立性。可是，在我们目前的电业法修正草案里面，却是提到输配售。为什么你会把这个竞争部门跟管制部门做一个混合呢？我会觉得说，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独特的模式。这样，然后下一页，然后当然说，接下来在场蛮多绿电的业者，所以其实很关心的，其实也就是说，那我们这一部电业法到底给了再生能源发电业什么样的牛肉呢？我只能说给了他机会，可是给了他机会的意思是说，不保证他一定会赚钱哦。因为就我所知，其实很多的再生能源发电业，他宁愿留在再生能源发展条例20年的长期合约的保护伞之下，其实没有业者愿意想要出走，然后来提着一只手提箱，然后到处去找客户，好像没有，好像蛮少的业者有这样的反应，知道？然后下一页，然后第七点其实就变成说，一样的，在这部电业法也给了再生能源售电业一些机会，可是他不保证你可以营运哦，因为法规的障碍。
然后其实法规障碍为什么？就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第八条是有障碍的，你买不到转卖给最终用户的电力。然后其实针对这一点，其实在十月二十几号的时候，27号，其实联合报的记者其实有访问我，然后其实我已经有跟他提过，然后其实后来其实询问政府关系，政府也说，哦，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第八条的确是有问题的，的确跟我们现在开放再生能源售电业是有那个冲突之处。可是我们有看到最近能源局公布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修正草案第八条没有动，没有因应这个部分调整，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也就是我们的确是有给他机会，可是你能不能存活，欸，那是 你家的事情。这样，然后下一页，然后接下来要谈的其实是一个蛮具争议性的话题，就是所谓的电力排放系数。然后电力排放系数，其实大家假如仔细的看啊，其实它的确是让公用售电业能够在维持国家电力稳定供应跟环保上面，其实它可以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可是它也会导致很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就缺电啦，可是市场上面只有火电的时候，你难道公用售电业难道就是放着有电不买吗？因为它是高碳，它是不环保的电。那当然说。然后我实际上模拟这个法条适用可能有三种情境，一个就是你假如你很积极的执行台电的公用售电非常守法，那这时候完蛋了，会缺电。然后假如说，然后另外假如说，那假如说你要让台湾不缺电呢，其实有个做法，就是你去定一个永远不会违反的电力排放系数。对，那或者说最后就是变成说，好，你还是执行的很严格，那这最后怎么样？公用售电业一直被处罚啊，一直被处罚，最后他被罚的结果是怎么样？最后还不转嫁全民负担，台电的公用售电业的被处罚，其实最后他的罚金最后不转嫁全民负担，所以就变成说这个制度其实到底实际操作面其实是有一些思考空间。然后第九，下一页，然后第九页就是我们的非核家园其实有一些特殊的机制，然后下一页。哦，那这一页其实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其实这部电业法其实通过之后，其实正肯定了能源转型正义的重要性，不是能源转型，而是转型正义的重要性。因为这部电业法其实高度的肯定了台湾电力公司长久以来的角色，特别是这部电业法证明台电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下一页，所以结论就是说，若这部电业法通过之后，所有的事情其实都不会改变，地球还是继续转动，所有的制度还是照着原来的情况运作。下一页，然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局的？其实我会觉得说。我承认，其实新政府有蛮多的理念，可是理念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呢，再按一下，对，麻烦的是在转换成具体条文的过程当中，其实过度于偏仰赖经济的专业，而忽略了法律跟电力公司的角色，导致这部电业法自哀难行。然后最后一句，最后一页，下一页，最后其实关键是在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然后我会与大家一起努力，谢谢。非常谢谢高老师哈。接下来我们请建行科大江院长，那请核能终结者创办者黄世修老师先准备。那我们先介绍，先今天到会两位委员，陈明文委员以及陈曼丽委员，谢谢。还有我们刚刚已经到会场，我们国家政策基金会研究员唐慧玲小姐。好，主席，各位先进，大家早。我刚刚一到这会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媒体问我说：“哎，你们是电资学院院长，怎么会来参加这样子的公听会？”好，那我跟大家先稍微做一个报告。从民国84年回台台湾之后，我们就从事在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光电的架设啦、设置啦、训练啦、人才培育啦，包括所有的检查啦、规范等等的一些协助制定。好，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说在气候变迁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不管是世界名人，不管是 National Geography 的电视，都在告诉我们说整个气候的变化。那到底台湾气候变化多少？有没有一个数据可以呈现？我这样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在民国90年的时候，我们政府开始在推动补助太阳光电的架设，开始会有所谓的监测系统的设立。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太阳的照射度，在平地里面，我们是看不到每米平方1000瓦是看不到的，也就是所谓的标准值啊，根本看不到。但是第一次看到，我很感动的是在清境农场看到，好，那是大概15年前。但是现在呢，在我们平地比比皆是，
随时你都可以看到超过1000瓦米平方，甚至可以到1300瓦的瞬间的值。那这都告诉我们什么？整个气候的变迁确实在这短短的10年内变化的实在太大。好，这是第二条。第三点，我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投影片，历史用电的前十名。哦，我们这时候刚好在云林也架设了一个点，一个测站。我们看到第四个排名，第四个，也就是今年的8月10号，我们的备转容量，我这边都是台电download下来的资料，哦，剩下158万，也就是我们的备载容量只剩下 4.44%， 这是多大的危险？那这个时候，我们的1:43，哦，我们看一下时间，我们到下一页，谢谢。下一页，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测站，我们看到1:43，下面红色的我特别把它标出来，我们看到云林的测站910瓦每米平方。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个数据呢？第一个，云林是我们目前现在太阳光电设置最大量的地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尖峰负载，我们台湾假如没有这些太阳光电，我们就会少了将近50万瓦以上。我所谓的50万瓦，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怎么评估的，简单的简单哈。第一个，我们这个大概成等比的线性的去算，1000瓦，我们的设置容量大概就是1K 就是 1K 一样的比例。那现在呢，910，我们那时候大概的设置量大概是90万的设置量，那我给它打折再打折，打到对折大概还有50万。好，假如回到上一页，假如我们回到上一页，我们看到的少了50万，我们的备转容量更少了，剩下将近只剩下100万。那大家可以看到，假如明年我们的太阳光电就如政府现在提到的 1.52G 可以设立的话，那在对我们的尖峰负载可以有多大的帮助？那这是我提出来的绿能多元化、电力多元化它的重要性。第三点，我要谈的是今天电业法，我个人只对第27条有一点看法。第27条我们有提到，所谓不管我们的电业或者是再生能源业，都必须准备适当的备用供电容量。那这一点其实精神上我不反对。什么叫精神上我不反对？应该说就像我们家庭成员一样，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对这个家庭的负担应该要有点义务，我这个非常赞成。也就是说，对电力稳定度，不管是台电、不管是火电、科电等等所有的电，都应该对这个电力网的安全应该要有所贡献。但是我也请大家体谅，再生能源就像家里的 baby 一样，才刚萌生而已，它的量目前也只有这么小。所以我真的在这边也呼吁，是不是可以第一件事情，等到超过一定的容量，我们这个时候才来要求他要准备适当的备用供应电量，或者在一定的期限之后，等到他茁壮了，我们才能来要求他。那这样子对于我们整个电力的多元化跟自由化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好，谢谢。谢谢院长。接下来我们请等一下先介绍蔡培慧委员哈。我们接下来请核能留言终结者创办人黄世修老师，请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理事长高如平准备。各位好，从7月26日能源局版电业法修正草案被提出，8月2日受到各界猛烈炮轰而下架，黑箱修改了2个多月，也不理会至少需要公告周知60天的规定，到10月20日突然就通过行政院版的电业法修正草案，现在我们终于在立法院看到它，以及各位委员提出的变体版本。首先我要讲的是绿电不自由。
根据行政院版的草案总说明，修法是为了全力发展绿能，启动国家能源转型工程，以及于本法现行规范下，再生能源因无法自由买卖提供给有需求的用户，而使其发展受限。从动机开始就错了，造成再生能源无法自由买卖的法律是《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第八条。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及其所产生之电能，因由所在地经营电力网之电业，衡量电网稳定性，在现有电网最接近再生能源发电业集结地点予以并联趸购。另外，行政院版电业法修正草案第47条，再生能源售电业未销售电能于用户，得购买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生产之电能。同法第45条，再生能源发电业经电业管制机关核准者，得设置电源线连接用户，并直接供电与用户。以上加起来会造成一种诡异的情况：再生能源售电业有购买绿电的权利，再生能源发电业有直供用户的权利，但再生能源发电业却有把绿电卖给台电的义务，导致再生能源售电业无绿电可购买，再生能源发电业无绿电可直供。再来，我要讲的是纯绿电的迷思。许多官员、立委、环团皆宣称 ，Google 等企业要求使用 100% 的纯绿电，所以非得修正电业法不可。这完全是谣言，因为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接受时有时无的间歇性电力，只有在有风有光的时候有电可用。8月24日，负责 Google 全球能源政策的 Mastern Hanna 更直接声明 ，Google 所宣示的100%使用再生能源，指的是每年购买再生能源的数量会和资料中心的用电量相当，并不代表每天24小时使用绿电。其并表示将与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 CIS 合作，在亚洲发展再生能源认证体系，确定 Google 买的每度电都是再生能源，这才是 Google 的真正要求。再来，绿电也有混灰电的问题。我们可以理解有一些激进的环团真心的想要使用100%的纯绿电，但这仍然不可能达成。姑且不论这些环团可能连每度多 1.06 元的自愿性绿色电价都不愿意认购，宣称自己愿意购买每度电 6.48 元的太阳光电，毫无说服力可言。透过电网代输转供，就不会是他们坚持100%的纯绿电。即使解决刚才提到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矛盾，再生能源发电业终于可以直供绿电，根据行政院版电业法修正草案第27条，为确保供电稳定及安全，再生能源发电业及售电业销售电能与其用户时，应就其电能销售量准备适当备用供电容量。这个备用供电容量仍然可能混杂火力发出的灰电。要求绿能业者负担化石燃料义务，恐是我国独步全球之创举。再生能源成本远较核电跟燃煤高，如果再加上铺设线路、代输费用、备用容量等成本，整部法案不但对绿能发展毫无注意，更是扼杀绿能业者之生存空间。此外，还有高碳且昂贵的问题。国际日益重视气候变迁问题，同时发展核能与再生能源等干净能源，以核养绿才是真实的发展趋势。最近，瑞士绿党主张加快核电厂除役，尚且需要全民公投。最近结果出炉，否决提案。逐渐成熟之民主素养，民进党政府却想借由电业法修法偷渡非核家园之条文。要知道，核电厂延役需要更新运转执照。反过来说，只要毫无动作，到了2025年核三厂的运转执照到期，台湾就自动进入非核家园，连行政命令都不需要。坦白说，我们没有资格抱怨被打压无法参加国际气候会议。难道我国代表想要到会议现场跟世界各国大声诉说台湾的能源政策是大量使用天然气填补核电缺口，不惜牺牲能源安全及电价稳定，也要坚持迈向高碳昂贵之能源转型吗？再来，修法其实是造成假自由。一开始电业法修正草案就以电业自由化为主打，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误以为这一次修法是为了达成自由化，这又是民进党政府另一个弥天大谎。电业自由化通常有四个阶段：完全垄断、单一买方、批发竞争、零售竞争。在国外的电业改革经验中，确实有为了抑制市场力分割国营综合电业，促进自由竞争的做法。然而，行政院版电业修正草案第45条，发电业所生产的电能仅得授予公用售电业，在发电端仍然维持现行的单一买方模式。同法第6条，
输配电业得兼营公用售电业。第49条，公用售电业之电价与输配电业各种收费费率之计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在售电端则是进行垄断性的价格控管。在量价都被绑死、不开放市场的情况下，分割台电根本失去意义，只是突然增加交易成本。没有搭配功能性分割，把输配电业跟公用售电业绑在一起，也无法达成电网公共化。况且，台电的效率是世界第二高，电价是世界第三低，胡乱分割毫无益处，只会让人民得不偿失。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电业专营权。如果我们想要推动电业真正的电业自由化，怎么办？我们要先搞清楚专营权的概念。专营权其实就是政府特许经营的权利，但这边有分为独有跟非独有。独有专营权其实就是台湾早期的像烟酒公卖局，非独有的专营权就像香港现在的公共巴士服务。现行电业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电业权，未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在一定区域内之电业专营权。此条定义了特定区域内的专营权，而对于独有的规定，则在同法第20条，在同一区域内有两个以上经营电业之申请时，应以申请在前者为优先予以核准。问题来了，在台湾的各个区域，理应皆由台电先占有独有专营权，那行之有年的民营火力电厂呢？以及分散在各地的风机跟太阳能板呢？那岂不是跟台电的营业区域重叠而违法了吗？答案就在于中华民国83年1月28日经济部能字第001104号函，经济部函复台电公司开放台湾地区发电业之适法性，内容我就跳过不念。白话的说，在现行电业法架构之下，只要主管机关经济部准许，就可以成立民营发电厂，供给电能之区域缩限在厂区内，电业权就不会与台电的电网或电厂重叠。同理可证，只要区域划分够细，就可以成立民营售电业，电业权不与台电的营业处重叠。其实我们不用修法也可以电业自由化。现行电业法第9条也已经定义了各种电业的经营的方式，包括发电业、售电业、电网业、趸售业，可没有限定只能由国营的台电垄断。最后，我要呼吁，切勿仓促修法。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宣称要修电业法的所有理由全部不成立，草案条文也大量互相矛盾，这从头到尾只是一场骗局。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裂解台电。要特别提醒的是，目前各位委员提出的所有版本，皆是仅将充满错误的原始草案略作修改而成的对案。仓促的通过任何一个版本，或者拉下协商通过一个东拼西凑的版本，都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我们在此郑重呼吁，电业法修法事关重大，却非紧急，更无助于解决缺电危机。若要修电业法，应该撤回所有草案，重新归零，在政策形成的阶段就开放讨论，由社会大众达成修法方向之共识，才开始着手草拟法案。如果民进党政府执意强渡关山，赔上全民用电权利及国家能源安全，后果将不堪设想。届时就莫怪人民的怒火指向党意大于民意的立委诸公，你们必将付出代价。谢谢。谢谢黄世修先生。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高如平来发言。那麻烦台湾南北徒步串联自救会的杨家法先生，请准备。然后接下来，在发言之前，我们先介绍台北经济学系的王图发教授也来到现场。好，谢谢王教授。OK。另外一位是云林科技大学法律研究所的蔡月勋所长也来到现场，欢迎蔡所长。好，那麻烦发言。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朋友们，大家早安。我在发言之前，我们可能要先看一下台湾到底为什么需要因为推动再生能源，因此去修改电业法。我们看到了台湾其实有一些困境，当然现在的困境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如果天气好的时候空气就并不好，而且现在的这个 PM2.5 其实是直接进入血液的，也就是说即使是你戴了口罩，恐怕都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那当然就更不用说核能，现在目前的这个核废料其实是在世界是无解的。那核能造成，不要说是核废料的无解，或者说是核能造成的这个世界的不安，光是这个辐射的食品，光是这个日本进口辐射食品这件事情都造成大家都多大的不安，就知道核能其实带给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疑虑跟风险。好，在这两个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去修改的这个电业法，那当然的前提是希望能够台湾能够用再生能源去替代这两个，就是现在所谓的传统的能源。所以现在的能源转型跟修法，其实是在一个新的替代性的能源，这新的再生能源去面对在台湾才刚刚开始目前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再生能源的占比，不含水力发电，大概从一到二这样子不等，其实是非常小的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就是一个小 baby 一样那。以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说，到底现在的这个电业法的修法，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哪一些其实还不足？那我们从发展再生能源的角度来看提供一些我们的想法，请麻烦下一页。我们知道其实再生能源发展条例1998年就已经通过了那而且是在民进党时代、阿扁的时代，他就已经引进了德国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那又在马政府的时代就是表示就是宣称是大力支持还有这个千架风机百万元光屋顶。可是为什么在这个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将近10年的时间，台湾的再生能源发展是这个样子呢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困境包括说法令以及呢实际上面的这个执行其实并没有这么的落实就是我们其实很希望台电能够告诉我们，在过去到底有多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的业者他的这个申办，以及到最后去申请成功的这个过程里面比例到底有多少，那到底不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了解很多其实都是所谓的馈线不足就是说当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鼓励所谓的鼓励一般的再生能源业者去申请再生能源的时候，其实是困难重重的不管用各种的理由，对再生能源是非常敌意的。因此呢，如果说因为今天主办单位给我们的几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说，在推动友善绿能发展与松绑再生能源的这个限制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建议就是除了在再生能源去发展的友善的发展环境，这个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不只是修法比方说在这个整个的申设流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今天你因为看到这个环境的这样子的困境，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能源政策，进行能源转型的时候，那开始你想要去发展再生能源，会成为一个公民电厂的时候，你恐怕要面临一个非常艰巨的爬山的任务可能你要盖40个章，要写250页的这样子的申设流程。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未来是能够更简化，那可是这个事情其实是需要中央主管机关跟地方政府一起来配合执行。在这个中央主管机关的部分，其实它是需要去跨部会去解决的，包括不只是经济部能源局的事，也不只是经济部的事，其实它是包括非常多什么交通部啊、环保署啊、教育部啊等等的，这些都必须要跨部会结合。所以我们希望中央主管机关是应该会同其他的跨部会成立一个这个绿能联合服务中心，要服务再生能源鼓励一般的不管是中小企业或者是公民都能够来参与这个绿能的这个发电。那县市政府呢，县市政府它应该成立一个单一窗口，那个单一窗口它不是只是一个窗口受理而已，这个单一窗口它其实是应该来协助跟辅导这一些真的想要去发电的这一些的业者，去帮忙他们去申请不管是筹设施工跟给造的这样子的情形，再生能源的发展才有可能去替代，才不会现在一直现在只是一个小 baby， 可是常常被这个传统的电力的业者说，哎，他的这个又是不稳定啊，然后他又是间歇性啊，又是不可能。如果你一直是不给他友善的环境，让他能够去跑，不给他这个奶水，你叫他怎么长大呢？他永远就只是一个小 baby 跟侏儒啊。好，下一张。好，有关于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再生能源的限制，比方说再生能源
发电的备用供电容量这件事情呢，那就更有趣了。我们都知道再生能源它的这个特性就是即用即发的嘛，好，就比方说今天如果说再生能源它的那个特性跟传统能源不太一样，它是不需它的那个燃料是天然的，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本土的，就是不是太阳就是光就是地热，是我们自己的，它不需要像那个火力发电，它需要把那个煤啊，或者是像核能发电的燃料棒啊，放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备用的这种可能。再生能源，你买了那个太阳光电板是多少？而且它的设置，它至少可以发电20年。你放在这个地方有太阳来，你就会发电啊，你怎么会需要还要就让它去要求它有备用容量？何况它现在就是一个小 baby。那难道说你希望它买了，比方说你买了100平的这个太阳能板，你希望它放个20%不遮起来，不要晒太阳嘛？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奇怪的一件事哈。那当然。各个国家它有针对这个电力稳定的供应有不同的这些做法，可是在现在的阶段以及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其实真的是值得参酌哈。如果是真的要发展再生能源，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叫一个小 baby 去尽这样的义务。那当然呢，我们也觉得如果说再生能源的发电业到了一定的基础，比方说它的这个发电或它的这个发电到了，比方说在占40%或50%以上，那当然它就要负载这个义务，或者说它的这个电费，再生能源现在这个发电的这个成本能够跟火力发电一般来竞争，那 OK， 那我就当然是应该要发展这个义务。可是现在的情况怎么可能呢？好，再往下，好哦，最后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基金应该是要依据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的第7条，应该要给予就是抽取一定的费率，让这个火力发电或者让那种传统能源应该是逐年减低哈，然后去支持再生能源，那它这个价格不应该反映于售电价格哈。另外就是说，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土地取得困难，以现在目前职工来说，它还要就自己拉一条线，这个目前是困难的哈。所以要不然就是准用公用事业，要不然就是那个输配的这个公共的设施应该是由输配业负责。好，接下来。好，那另外就是那个电力稳定的事情，其实电力稳定的事情必须应该要发展分散性的能源、社区型的电网以及发展储能的设施哈，去提供未来的这个再生能源的电力的稳定供应哈。那到现在目前的再生能源它能够去扮演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尖峰时间，因为太阳最大的时候、用电最高的时候，它能够去解决这个供电的这个稳定性。好，我就暂时就报告到这边。好，谢谢高如平理事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台湾电南北徒步串联自救会的杨家法杨召集人。然后下一位是绿色和平的蔡思婷主任，请准备。好，麻烦您发言。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早安。那我先要讲的是说，我们在经济部能源局的官网上面，他看到的是他这样告诉我们说，在电力稳定供应的前提下，有三大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多元供给、绿能先行。再来就是用户自由选择购电，再来是公平公正使用电网。下一页麻烦。好，那他这个在这个电力稳定供应的情形下，这个三大目的，我觉得就理想是很好啊，但是在实际的实施上面，应该有很多的问题。那在下一页，好，那他这个讲的是目前台湾的电力市场的架构，就是只有台电一家综合电业，那还有发电、输电、配电跟售电。好，那经济部告诉我们是说，因为目前电力是由台电专营，那电业市场缺乏竞争，绿电无法直售，那消费者也没有其他选择。OK， 那下一页。OK， 那我们先看他的第一个目的，他说要多元供给，绿能先行。那他的政策方向是再生能源的配比要到20%，但这个结果呢，是电力供应更不稳定，那他的碳排也没有减，只有增加。好，这当然是跟我们政府的能源政策有相关了。再来是他现在的修法上面，他是提到说，再生能源售电业要另外承担15%的备用电力，这刚刚前面几位先进都有讲过，这会让绿能先行变成难行，他推不动了。因为备用电力是
就前面的新闻都讲了，是小 baby 根本没办法这样做。OK， 下一页麻烦。那为什么电力会更不稳？经济部是告诉我们说要电力稳定供应的前提下哦。好，这牵扯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电力系统有一个叫做频率的站态稳定哦，就是说一般来说，你在一个系统它的供电能力突然丧失 3.4% 的情况下，它会掉 0.5 赫兹。好，就一个电力系统来讲，掉 0.5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这个是攸关生死，这个系统怎么会很危险？它如果掉了0.5赫兹，只要50秒，它没有其他电源补上，它必须要卸载，它要保护这个系统，它要跳脱。那台湾的夏天的哦，尖峰的话，供电的话大概是36吉瓦，它的 3.4% 大概是 1.1、1.2 吉瓦而已。就是当我在夏天的时候，我只要失去了 1.2 吉瓦的电力供应，然后来不及补上，50秒 ，OK。它就要造成区域限电了。我不知道这个能源局有没有想过，或者说他们的智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冬天，就像现在秋冬，可能金峰之后25吉瓦，它只要掉了900兆瓦，它就得要启动这个保护机制。那我们再来看，以政府的规划，2025年风力是4.2吉瓦，太阳能是20吉瓦，总共是24.2吉瓦的装置容量。那我们用它的装置量去推它的发电量哦，在夏天应该会有15到18吉瓦是由间歇性的风力跟太阳能来提供。那如果说冬天的话，反而更多哦，因为冬天风力是比较强的，会到16到18吉瓦，冬天的占比更高了。哇，这很棒，其实不是很棒，很危险。以冬天为例，你16到18吉瓦的再生能源在30分钟内起伏10%。太容易了，好，这太容易了。它16吉瓦的10%就是1.6吉瓦。你前面已经讲过，那只要掉900兆瓦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是50秒就要启动了哦。我现在讲的只是说30分钟内变化。我们可以问前面的先进哦，太阳能或是风力，三十分钟内变化10%是不是太容易了 ？OK， 请下一页。我证明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拿澎湖的中屯风机的机群哈，我抓夏季中午的时段，就是我们用电尖峰的时段，你看它的起伏，30分钟的记录起伏多大 ？OK， 下一页，我再抓，因为前面那个是10天，再抓11天来看，每30分钟的连续记录是这样子。我试问一下哦，今天如果说你要用燃气天然气来做一个备用，它怎么样能够去承受这个起伏呢？它就一直开着不用关了嘛，这样是不是又增加碳排？好，那你如果你不用燃气，你用什么 ？OK， 下一页。那就讲到好那个 COP21， 我们有提出一个 INDC， 现在叫 NDC。我们在203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降到 BAU 的哦，减量50%。那 BAU 其实就是一个喊的，那个我认为那是一个虚的，我们在说它只要相当于2005年的排放量再减20%就好。那仔细去看，如果要废核又要避免台湾陷入限电危机，还是得靠传统的火力发电，不管你是燃煤或天然气，这同样都会增加那个碳排的排放量。好，那政府在能源政策的规划上面，2025年火力是占80%，再生能源占20%。好，这样我们这样算就知道。你的燃煤是从目前的35.7%降到30%，减少了5.7%；燃气是从35.1%升到50%，多了14.9%，等于你还是增加了碳排哦，因为那个天然气还是有碳排。结果你整个做下来，你希望减碳，结果你的终究的结果是碳排反而增加哦，这就是他是说的跟做是完全相反的方向。OK， 下一页。在电力稳定供应的情况下，那这个又提到要电力稳定供应哦。前面讲不能稳定了。目的二，公平公正的使用电网。好，那我认为啦，目前我的看法是，如果都很多都是在立法上面都空白的授权给未来的电业管制机构，那你这个还不如去成立一个独立的调度中心，他甚至于就把这个备用的问题就丢给
调度中心处理，根本也不用像刚刚前面先讲的说要售电业 来处理。OK， 我讲快点，下一页。目的三，用户自由选择购电。但是这个政策很奇怪，是它在批发价不管制，只管制公用售电价。那公用售电价，它要负担电力碳排的系数，还要负担备用容量，然后又被管制价格。当国际燃料上涨的时候，它注定要赔本。OK， 下一页。好，这个设计很奇怪，就是批发价你不管制，你管制零售端的公用售电，这个最后一定是公用售电也非常吃亏。好，那就是你看到这个国际燃料涨的时候，大家都赶快跟公用售电买就好了，因为就台电它就是被管制价格的。好，那好，下一页。好，这就是刚刚我讲的整个政策方向跟它后来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OK， 下一页。能源局在这个电业自由化的相关问题，我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心力，但是我知道他们花了不少钱哦，每年都花了千万以上，委托给台积电的研务所。但我很遗憾，他们今天怎么提出一个这样的电业法的修正版本，整个充满矛盾。好，连我一个台电的最基层的技术员，我都会提出这么多矛盾。绿能也走不动，碳排也不能减少，供电更不稳定。OK， 下一页。OK， 我们在那个环资中心的成文之际有访问到能源局官员，问他为什么要推动电业法修法，他巴巴讲了一堆。那我告诉大家，在这个其实是让其他发电跟售电业进入市场之后只负责赚钱，他们不必像台电为了照顾民生必要时赔本卖电，他们不需要这样做。 OK， 下一页。如果台电不分割要怎么做？好，记者这样提问，能源局其实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成立一个独立的调度中心，你独立于台电之上，由它来负责电网的运作，包括紧急调度跟备用能量这个东西，还有甚至于以后的电力的需量的交易市场。那台电就不用分割，你不分割就不会失去忠效，民间的好、哦、也一样可以进入这个市场来公平竞争，这叫公平竞争嘛。OK， 下一页。好、啊，这个是经济部的那个官网，那跳过下一页。好、啊，因为是时间有限，我再讲快一点，下一页。好、啊，以目前的设计，台电其实在六到九年虽然没有被切割，但其实会非常辛苦，几乎赚不到钱。为什么？因为他要你高价钱买太阳能跟风力，你买越多系统更不稳，你又要火力来备援，你成本就增加了。但这时候你又被管制，又没办法调涨，你就是公用售电公司。这时候他还要你去花3000亿去投一个离岸风力，哈，我其实个人很赞同再生能源，唯独这个离岸风力我很有意见。他这个问题就是，他纯粹为了生意，而不是为了电力。他补不上你在夏季尖峰的缺口。好，虽然公司在做这个事情，但我是个人非常反对的。那这段时间那输配电公司要忙着建电网，那又要做这些变电所跟馈线的建制，然后又同时推好 AMI 智慧电表，这个普及化下去，六到九年要花几百亿。这所有的电力基础建设都是在帮后面进入市场的人铺路，我认为这个很不公道。好，下一页。今天我们电力改革，就是我们所谓的能源转型正义。为什么？如果他这个可以照顾百姓，我一定赞成；如果他可以帮国库增加收入，我一定赞成。但是未来自由化，谁会照顾百姓 ？IPP 吗？还是绿电的发电业？还是说一般的售电公司会赔本卖？没有，只有台电。但是最照顾百姓的台电，你却想办法不让他赚钱，好、哦，这我觉得这非常奇怪。OK， 下一页。再问一次，我们为什么要修电业法？好、哦，这就是四条：没有照顾百姓，绿能也走不动，碳排也不减少，供电更不稳定。OK， 报告完毕。好，我们谢谢杨家法召集人的发言。对不起，那个接下来我们要请绿色和平的蔡思婷主任。然后下一位是台电工会的萧炫忠常务理事，请准备。好，大家好，我是绿色和平的蔡思婷。那刚刚听到很多不同的正方，就是应该说不同的看建议。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台湾的到底面对什么样的局势。第一个是说，相信大家都知道，巴黎气候协定在上个月11月4号就已经生效了。那呢，有一
111个国家已经加入这个行列，然后有164个国家呢订定了再生能源目标。那台湾的企业其实有很多是销售到国际的这个国际企业，他们都是会被受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呢，其实是因为其实现在的贸易呢，不单单只是在一个生产成本，它还有包括就是环境成本之间的总和，还有各国呢这个环境的法规是非常复杂的，那也很容易形成一个贸易的一个壁垒。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会被影响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压力，就是我们的政府呢提出来了，在2025年呢要到达20%的一个发电量。那其实我们看到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这20是一个遥不可及或是太有野心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国际上的这个经验呢，德国他们在2003年从 3% 到2015年到达到成长到了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总量总共是 33%。 那现在2016年再生能源的成本快速的下降，技术也在跟13年比起来也差很多了，所以这个目标其实是一个稳健保守的目标。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说我们在绿色和平在推动再生能源的部分呢，我们从2009年开始呢，每一年发布了一个点击率的报告，那就是追踪所有的这个资通讯产业的再生能源使用情况，然后我们要鼓励国际企业带动全球的供应链进行能源转型。那这个呢，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也把台湾有营运资料中心的企业放在这个报告之中。那我们在跟企业沟通的过程之中呢，其实企业都有提到说他们也很想用再生能源，只是你也知道在台湾就是不可能。那所以我们现在很乐见呢政府提供一个绿电先行的解决之道。那不好意思，上一页。在这个要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全的再生能源市场呢，其实有三个蛮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图上的是这个用电端，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用电户，不管是企业或是消费者或是民众。那第二个呢，就是供电端，就是再生能源业者的这个发电端。那第三个呢，就是融资，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产业你要形成融资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看到这个再生能源的市场要怎么发展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现在国际的经验是透过一个长期的合约，由用户端跟供电端去签订这个10到15年这个合约。那这个对用电端有什么好处，或是对企业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它可以预估接下来10年、15年的用电成本，对企业的营运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是，因为在增加了再生能源，所以我在国际贸易上是有优势的。那第二个，我们看到供电端有什么样的双赢的局面呢？因为它也有未来保证15年甚至20年的一个收入保证，所以我在跟金融融资的时候，会可以顺利的贷到更多的钱，我可以拿到更多的钱投资在更多发展再生能源的状况之下。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在看到国际趋势上发展再生能源重要的一个元素在里面。下一页，不好意思。那我们回头看看现在台湾的这个能源市场，那针对台湾现在电业法可以哪些，如果要做到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平台做得更好之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怎么把这个法修得更好，然后让它可以更稳健的成长呢？第一个，我们认为这个资讯透明度是不够的，是可以再增加的。因为呢，其实提升我们认为应该要在第50条的营业规章有一个义务的这个资讯透明的提供。那第一个是说，它可以提升消费者的意识，赋予消费者的这个电力资讯透明度，也就是电力标示 （energy labeling） 这个达成一个有意义的能源转型。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借由能源资讯能源的这个透明化，电力的供需及时评估，所以呢可以达到调度的最佳化。那我们呢也有对现在的电费单有做一个重新设计。
那如果需要资料的话，等下都可以跟我们再拿。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认为，其实跟民众的沟通也很重要，尤其是点滴的累积。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重新设计的电费单上面是非常视觉化的。我们把发电的组成成本跟用电的这个比较，都用视觉化的呈现。那我们也把必要跟次要的这个资料呢，都做一个调整，不是。这个电费单不是只有拿来收钱的，重要的是我们怎么透过这个机会一直跟民众的沟通或教育。那很可惜现在都没有用这个方法来做。那这个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但是如果政府或台电可以从这个小地方做起，然后做到民众教育，或者是让民众更了解我们的发电来源是什么，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呈现，其实这都是很小的地方的改变，但是却可以显现说政府是很有企图心的，他的思维是很不一样的。那再来呢，我们认为第二个应该要电费法应该要调整的，应该就是说再生能源应该要优先并网，优先调度。那这个呢应该要在第八条里面调整，那文字呢我们会在稍后提供。第三个奖励机制呢，我们建议要新增一个第92(1)条。那为什么要增加一个奖励机制呢？因为其实刚刚有一些朋友有提到说，现在大家可能再生能源 业者最方便或最省事或是最方便的方式呢，就是我就是走趸购制度。对于我要去另外找业者或是找用户来讲，可能对我来讲都是额外的我需要去 study 的事情，所以政府应该要提供一个奖励机制，让这个再生能源业者他鼓励他们去找别的用户，不是只走趸购制度。那以上呢是我们针对再生能源市场的形成跟电业法的这些修法做一些建议。那最后如果大家有需要资料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会后跟我拿，谢谢。谢谢蔡思婷主任。接下来我们要请台电工会萧炫忠常务理事发言。那麻烦台北经济大学经济学系王图发教授请准备。好，请发言。主席，在座各位长官跟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我们媒体记者，大家好。那个我是澎湖人，我来自于澎湖。澎湖有美丽的一个海滩，还有一个广阔的海洋，所以我原本想说我们刘主任刘大哥请我来这边，可能就是简单的喝一杯咖啡，结果没想到还是一样蛮激烈的一个场面了。那我在这边还是要讲一下，我们电业法推行到现在啊，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不满意，用反讽的这种方式，甚至于严厉批评的这种方式来讲这一部电业法，但是我还是要讲，我们目前还是勉为其难的接受，所以以后我们经济部跟能源局这一边，我们就是一国的了，那拜托要多多照顾了哈，假如真的有过的话。好，那另外就是，我还是要针对这个绿能，因为在座有很多绿能专家学者，对于绿能这一块相当的推崇，相当的支持。那我还是要强调，台电全台湾最支持绿电的就是我们台电。为什么？因为从民国七十几年台电就强力在推行，那个时候肯定是亏钱的，一度电的成本要十几块，那我们就在做。八十几年更在做。那跟各位报告，88年在澎湖做风机的时候，全尖山电厂，也就是澎湖尖山电厂，大家都反对，就只有我支持。为什么？整个地球需不需要发展绿能？要，因为为了地球好，那我们来发展绿能。但是很遗憾的是，发展了十几年，我们台电认为风机可以发展了，我们准备要大力推展的时候，很无奈，风机变成由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我们买不到风机。那专家学者就开始批评了，你台电就是包袱太大。确实我台电包袱很大，公公婆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很努力在做事，你不可以批评我，你不可以磨灭我的努力。那绿能可不可以做？我还是跟各位报告，绿能还是要做，可不可以做再讲。为什么？因为以我们台电做到目前为止，风机
真的有它的效力，但是太阳能很凭良心的讲，哦，它的前置处理跟它的后置处理成本还是太高，我个人专业我是不认同。那这边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可以跟我哦讨论，风机的话，我们台电推到什么程度？整个澎湖实际状况推展到现在，整个冬天绿能占比可以到40几%，哦，占整个系统到40几%，全世界没有一个公司，没有一个地方能够这么有 gas。但是我们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的代价就是必须要开一部机组到两部机组在那边 stand by， 也就是没办法停机。为什么？因为你一旦一片云飘过，太阳能没了，当你风停的时候，风能没了，那这个时候谁能够把我担起这个供电系统的稳定？没有，所以我必须机组要在那边 stand by， 啊 stand by 我就必须会浪费很多的能源。那这一部分绿能的专家学者都不讲，那我把事实跟各位讲，我们适不适合推行绿能，我还是要讲，我们真的要适合，我们要去推展这个绿能，但是你要考虑到现实，你能够推展到多大的一个绿能的一个占比，哦，那另外我再跟各位讲解一下，哦，这么多年来台湾经济起飞到台湾现在经济停顿，我们相信在座看得到台电的贡献，台电的电价全世界有名，哦，已经到世界最低了，2.4块。那试问这么好的一个公司，你还要再分什么？那没关系，新的电业法要把台电拆成几块，我们也同意。但是要记住，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政治人物，假如你的任何的改变对台湾有帮助，那我们共同来支持。假如你的改变是为了政治而改变，那我建议你要三思。为什么？看看韩国，再想想台湾。你任何一个改变，你错了，你就可能会再下台。看看前面的国民党，再想想现在的民进党。我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我希望这部电业法改变以后对台湾是有帮助的啊。我也希望这些绿能业者，你也不要再大张旗鼓说绿能相当的好，完全没有缺点。我必须要跟你讲一句，你假如是为了财团的财力，那财团的私利，那我建议你真的要摸摸良心，摸摸良心再来做你接下来要讲的话，做你接下来要的改变。要不然的话，我拜托，不管你是什么专家学者，到最后你会被唾弃。好，哦，事实胜于雄辩。好，以上谢谢。谢谢肖常务理事的发言。接下来我们要请台北大学经济学系王图发教授发言。那麻烦国家政策基金会唐慧玲研究员，请准备。参加今天的这个公听会，其实我心情很沉重。我先把我的结论，哦，跟各位报告。我的结论是，目前行政院提出的这个电业法修正草案是被台电绑架，完全是为台电量身打造的修正法草案。所以我们刚刚这位这个常务理事当然是站在一国嘛，哦哦，那么是为了形式上的电业改革而做的假改革，哦，我说为了全民的这个利益，立法院不应该给予通过，应予退回行政院，等行政院提出真正可以一步到位落实电业自由化的电业法修正草案之后，才予审查通过。我要再强调，这一个电业法修正草案不是真的改革。我呼吁立法院把它退回行政院，等它真正能够修出一步，可以一步到位，真正可以落实电业自由化的这样的这个电业法修正草案呢，才
审查，让它通过。好，那接下来我讲我的理由哈。行政院的这一个版本，如果你看它的总说明，讲得很好哈。电力市场因综合电力独占形态，导致在无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下，电力经营绩效无比较基础，投资者亦无自由进入市场参与电力建设，同时用户亦无选购过电，亦无过电选择之权利，无法依据 喜好或需求选择供电来源与种类。为解决上述问题，宜在稳定电力供应前提下，重新架构我国电力市场运作方式，以及建立一个具多元供给、公平使用及自由选择之市场。透过本法此次修正，建立市场运作之法律架构，达成国家能源之转型。好，看看这一段话讲得多漂亮。从这一段话你可以看出来，其实政府很清楚，一家综合电力的独占形态是台湾电力市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嘛。我们过去在谈这些很多电力的这一个问题，包括说够不够啊，啊，这个电价是不是合理化等等这些问题，症结就在这边，他很清楚啊，啊，所以呢，他说必须透过电力法的修正，以及建立一个这个具多元供给、公平使用及自由选择的电力市场。这个就是说，要透过这一次的电力法的修正，来进行电力自由化的改革嘛，成立很好啊，很高啊。可是，如果你看看整个这一个修正草案的这个内容，我只能够说令人万分失望。啊，这个就是为原来这一家综合电力就是台电嘛，所量身打造出来的修正草案，我是觉得不如不修。如果你没有办法一步到位的这个自由化，就不如不修。现在修的反而糟糕。哦，第二，我要谈的，我们在讲电力自由化，电力自由化的真谛在哪里？电力的自由化的真谛在于开放发电市场，自由竞争，要促使发电业者这个技术创新，提升经营效率与服务品质，并允许用电户自由选择供电来源，促进市场竞争与电力服务多元化嘛。这个就是说，你在电力市场上，供需双方或者买卖双方都可以自由竞争，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化。那么国际上在做这一个电力自由化的这个普遍做法，几乎都是这样。我们看看德国在1998年他们就进行电力自由化，他就是一步到位的电力自由化这个改革，没有过渡期的。然后在2000年以后就积极去推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就因为这样而突飞猛进。哦，可是我们现在看看台湾现在进行电力自由化改革，已经落后德国都快二十年了，然后呢还在那边慢慢来。大家看看原来经济部提出来的电力法修正草案也是一样，在电力稳定供应前提下，好，就在这个大帽子下就忌惮于台电及其工会的抗争，不敢动台电分毫。坦白讲，我们现在的电力法有吗？没有，对不对？对台电没有动的啦，啊，所以本来就要分两阶段来推动电力改革嘛。那这两阶段是怎么两阶段？这里不但是一个漫长不确定的这个过渡期，
它要等六到九年才进入所谓采网分离的第二阶段。好，六到九年，这个都已经超过你执政一任的任期四年，这个时候算什么改革？而且要进入第二阶段啊，还不是完全自由化，因为第二阶段呢，虽然将综合电力分割为发电与电力网公司，但是独占国营的这个电力网公司，这还是原来台电的嘛，还包含输配电力与公用售电力，这个还是综合电力。那么而且呢，这个公用售电力呢，又远大于其他一般的售电力嘛，电力市场还是一个独获台电的不公平竞争市场，那个不是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再说四年到八年后，物换星移，谁知道是不是又再度政党轮替？如果政策又改变呢？那这个自由化根本就是无疾而终。第三，那我们再看看目前提出的行政院提出的这个版本，又更退缩。他只在发电市场部分说啊，绿能先行为原则，将开放绿能可以透过代输职工、再生能源、这个售电类等方式授予用电户，放宽过去的对他的限制。然后呢，要怎么样啊？要等什么管理配套、这个法制运作顺畅、市场成熟稳健发展之后，再开放其他传统的这个能源、这个职工、代输与一般售电类逐步。修法方式达成，这样还要再逐步修法，也就是说我现在通过以后还不晓得要再修几次的法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自由化嘛。那修一次法你要多少年的时间，所以这个根本就是要让电力自由化遥遥无期嘛。这样的修法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是远离电力自由化，修的越修离得越远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一个修法不但无助于再生能源的发展，而且刚刚也有这一个朋友提出来，其实对再生能源的发展反而是有害的。如果真正要推动再生能源，依我们目前这一个现行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然后能源局的这个规划每年的推动这一个这个推动再生能源的这个只要把它加倍，就比你现在修法还要来得更方便嘛。所以这个是越修越回去啊，越修越回去。那这里面至于说，刚刚还有一些朋友提到说，对这个公用售电类好像还要管制它的价格，这里就是要定一个。什么去定一个这一个计算公式，这个还是回到现在目前的这个黑箱的电价计算公式，那个根本完全没有办法透明化，而且那个黑箱的电价计算公式是保障你台电不管营业绩效好不好，经营绩效、经营效率好不好，它都可以保证让它稳赚不赔。这样的这个改革有意义吗？所以我还是回到我的这个结论，这个版本最好立法院把它退回去，等它修了一个真正可以一步到位完全去落实电力自由化的这个版本再来好好的审。谢谢。谢谢王教授。接下来我们要请国家政策基金会唐慧玲研究员发言。那要麻烦接下来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刘俊秀会长，请准备。好，请发言。主席，各位在场的先进，我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唐慧玲。那么我很赞同王图发教授刚刚的意见，这部电业法的确非常不完善，所以不必这么急的推出。但是我赞成的理由呢，赞成这个电业法暂缓推出的理由跟王教授不太一样哦。首先，王教授刚刚谈到黑箱的问题，对不起，这部电业法里面的电业管制机关
由行政院来指定。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黑箱的电业管制机关。当行政院可以指定这个电业管制机关的时候，请问里面的成员由谁来组成？全民能不能够监督？我认为这个电业管制机关至少应该是一个二级以上的独立机关。这个二级以上的独立机关，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的这个党产审议党产委员会，至少要有党产委员会，它还是个三级机关呢。虽然它是以三级机关的名义行二级机关的这个事实，而且它还兼司法机关，它集大权于一身。所以我认为电业管制机关至少要有能足够的权限，才能对于这些后面设定的一些什么电价审议机制做一个完全的处理。再来我要讲，其实我认为电业法不宜这么急的推出的原因在于，第一个，他说六到八年以后要成立一个这个控股公司，就说当对台电进行实质分割或者是这个程度不一的分割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台电控股公司。那这个控股公司，请问国内的法源足够了吗？在此法都还没有建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仓促的推动这部电业法。我想曾明真委员在座，他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足够的法源来推动这个控股公司，要有也不过就是金融公司的控股公司。那在你这个执法的法源都不足够的情况下，你要贸然的来进行分割，我觉得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再来我要讲到，我们今天要电业法三个主要目的嘛，我们看日本也是如此。第一个，要维持低廉的电价；第二个，要维持稳定的供电；第三个，要提供用户选择用电的自由选择权。好，那我们看到前两个，请问在台湾这个台电综合电业的情况之下，前两个都已经达成了。我们的价格，我们的民用电的价格全世界第二低嘛，我们的商用电工业用电价格全世界第三低嘛。那现在急急忙忙的要用电业法，在执法都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你就要来拆点台电，目的何在呢？更何况最好笑的一件事是什么？电业自由化，电业自由化表示电价是完全竞争市场，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的零售价格是受到管制的，我们的批发价格却可以不参照美国2000年那个时候推动电业自由化的惨痛教训是什么？就是它管制零售价格，不管制批发价格。最后怎么样？ PG&E 倒了嘛，因为批发价格就是随着这些电厂在喊价嘛，当你缺电的时候，自由市场就是什么东西越缺，什么东西价格越高嘛。当批发价格没有办法受到管制的时候，一昧的管制零售价格有可能吗？这样叫做电业自由化吗？所以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推动电业自由化，价格不会涨，你相信吗？当台电倒了以后，当台电分割倒下去以后，所有的这些民营电厂在自由竞价的时候，你告诉我，这些包括所有的成本，你成本摊开来很清楚的事情嘛？现在除了陆域风机的这个成本价格 2.6 以外，你告诉我哪一个再生能源的价格是老百姓会自己愿意去买的？不要骗笑啦，最后这些成本还不是都全部趸售给台电？那你趸售给台电以后，本来是有这个核电可以拉低整体电价的售电成本。好，我们再看到民进党现在说啊，要提出一个法案呢、要把全国的这个生煤跟这个石油焦的发电全部给它废掉。哎呀，我真的为民进党政府鼓掌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全世界有一个国家这么有勇气的啊！为了要这个降低这个碳排碳量，要把全国的这个生煤跟石油焦全部废掉。那我就跟各位报告，有什么后果呢？煤也废了，核也废了，所有的机载，所有能降低电价的，通通废了。剩下什么？剩下天然气，剩下再生能源。而民进党政府没有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我们的天然气，就算我们将来要发展再生能源，要用天然气来做备载，很抱歉，我们的第三接收站，我们的所有天然气的油管的铺设，你没有告诉我们啊，至少还要六到八年啊。还要六到八年的情况之下，你把机载全部干掉，我真的给你鼓掌。
我佩服你。我们台湾的电用电稳定度要到哪里去？全部靠再生能源。再生能源一片乌云飘过，再生能源忽然不吹风了，然后老百姓就停电了，老百姓就跳电了。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推动的政策吗？一再讲到德国，好像台湾真的能够百分之百全部用再生能源发电一样。人家日本在三一以后也要推动飞核啊，没有要推动吗？有要推动，推动以后怎么样？很多的电力公司到再生能源到20几%以后，他没有办法负荷了，因为他说你太不稳定了，你太不稳定，所以我用很多备用的机组，就像刚刚前面几位先进讲，我时时刻刻就要开一部火电在那里准备的备用。为什么？讲德国，我们没办法跟德国比啊，各位，德国是欧洲大电网，你不要告诉我说他还有余电可以卖给其他国家，他有时候是用负的批发价，拜托你跟我买吧，我给你钱，请你用吧。他当然有卖给别人的时候，但是他的风力、太阳能发电过剩的时候，电网无法负荷，要跳电的时候怎么办？请你帮我用吧，请你把你的火力电厂停下来吧，我用负的批发价卖给你吧，拜托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我绝对赞成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不反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第一个，你要考量到电力的稳定度，第二个，你要考虑到底层的老百姓啊，政府请拿出良心来吧，拿出良知来吧。今天你口口声声告诉我们核能好危险啊，我们要废核啊，但是今天执政党说要开放日本核灾区的食品来给台湾人吃啊，这是世界上何等荒谬的作为。我们的核能发电全世界安全系数排名前五，日本倒数第六，今天日本发生三一，哎呦，日本神都发生三一了，我们台湾怎么可能安全呢？我们台湾不可能安全，但是我们要进口它的食物，你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啊？啊，你告诉我这样牺牲人民底层人民的电价跟全国人民的用电稳定性是什么道理？难道就因为你们跟绿能电厂非常的妈起吗？难道因为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你们的金主吗？是这样吗？可以牺牲我们全国人民到这种程度吗？我认为啊，我赞成再生能源优先并网，但是我也同时要求，在优先并网的同时，你当然要负责备用电源啊。以前再生能源我一再的讲，20年的趸售电价 OK 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有核电，我们有煤电，我们可以平衡那个电价。但是我一直认为啊，就算你是个 baby 啊，也不能占太多的便宜啊。再生能源用电从来没有说我把自己需要的电用够了以后，多的电我再卖给台电，这叫做余电出售，这有道理吗？对不对？因为你再生能源发了电以后，你自己先用，好，用多了你卖出去给别人，那我们为了鼓励再生能源发展 OK 的，这个我同意的。但是不是欸，我们之前的再生能源的政策是什么？是我用你台电2块多的电，我把我发的再生能源全部卖给你，让全部的老百姓负担，然后我所需要的馈线全部由国家买单，这个就是我们的 baby。 好，可是我们要宠爱这个 baby 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认为这部电业法除了黑箱的问题以外，所有的执法都不够完善，我请求政府重新考量。虽然你现在推出的部分的东西已经照前一个版本有所改进，我们期待你继续改进，到一个时机成熟稳定的时候再来推动。谢谢。谢谢唐慧玲研究员。那接下来我补充介绍，廖国栋委员也到现场，还有曾明宗委员也到现场，以及我们有一位专家学者郑秀玲教授，台大经济系也到现场。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刘俊秀会长发言，那麻烦工研院绿能所方良吉博士请准备。好，老师请发言。主席，各位先进，刚刚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朋友跟我讲，他说很奇怪啊，
你们以前都支持民进党，结果你们现在在反对民进党的草案。然后支持民进党的呢，以前反对民进党的呢，现在都在支持民进党的草案。我听起来我非常的讽刺，我感觉非常的难过。我上个礼拜才从 COP22 回来，我要跟各位讲 COP23 要把 Free Nuclear Power 放入 agenda， 要放入议程里面。大家一直认为，有些人认为核能发电就是减碳，但是大家在这个 COP22 他们认为核能发电是一个危险的发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电，而且是一个非常不干净的发电。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刚刚先谈几个问题，我很简单，我只有一个 PowerPoint 而已。我想再生能源要有备载容量，再生能源备载容量呢，不是现在，再生能源将来可能会有备载容量，那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储电设备、我们的其他措施或是再生能源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需要有备载容量。再生能源不可能像火力发电这样子，它可以减载。它太阳来的时候，它就是要发电；风来的时候，它就是要发电。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再生能源不会有备载容量。再来，我回答刚刚台电工会的一位同仁提到，他说台电八十几年，民国八十几年就开始在注意再生能源了。那我想请问各位，八十几年到现在是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台湾的再生能源发电居然不到2%。他说他们台电真的很用心在做再生能源，我真的看的真的实在是，我实在摇头。很用心，才2%不到。各位，这就是台电。那为什么刚刚我那个朋友会讲说台电的人在支持这个版本？很简单嘛，因为这个版本就是他们的版本嘛，就很简单啦、啊。所以他们说这个版本说要把电业自由化分成两阶段。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想告诉各位，干嘛要分成两阶段呢？一步到位，我们也不是说今天法案通过，明天就自由化啊，不可能啊，对不对？你一阶段也可能要等个5-6年吧，要慢慢的让所有的民营电厂，还有一些售电业者慢慢的增加，对不对？慢慢的增加，我们不是说马上要这样做啊，一步到位，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对电业法，其实我们非常的注意。我们从半年前每个礼拜开会，找所有的专家一起来讨论电业法要怎么修。我们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我们讨论之，今天我不想讲一些所谓的条文，我只要把我们的构架呢跟各位谈一下。我们的构架很简单，其实我们只要设立一个独立的电业管制机关，这个管制机关它的职权呢很简单，就是执行发电业的开放，监督电业市场的运作，还有一些争议他要处理，当然要保护用户的权益，然后电价收费，我们当然很多人会讲说，哦，电费会涨或什么，但是呢，我们这个电业管制机关，我们会根据发电的成本，我们给他一些收费的费率审议，所以我们的原则非常的简单。第一个，我们当然很重要，要发展再生能源的比例。我们要求
当然这也是政府的规定，政府的答应，政府的 promise， 在2025年，我们的再生能源要达到20%以上，所以我们的审查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这几点而已：再生能源的比例，还有电力的供求、发电的效率。我们知道现在一些电厂的效率不彰，它其实它就必须要改进。然后减碳的要求，因为再生能源的发展，还有如果我们把效率提高的话，它减碳的标准呢，我们可以要求它更高。然后呢，我们也要求环保的排放标准呢，一定要更加的严格。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电厂的旁边的居民，一天常常在那里抗议他们受到污染的问题。我们今天台湾的电价，其实是把什么？把外部成本排除外，对环境的问题全部排除在外面。所以在这一个独立的电业管制机关，就是要有这些职权。至于刚刚讲说电力管制机关是由谁来定的，当然就是由政府定的啊。但是政府必须要秉持公正的原则，社会人士各方面的人都要参与，他才具备有独立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整个发电业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发电业，一个是输配电业，一个是售电业。发电业当然有发电业，有煤，有火力发电，现在还有核能，但是2025以后没有核能。然后再生能源呢，我们要极力的发展。好，输配业电当然就是全国，就是国家独占的，只有一家。然后再来就是售电业，售电业可以很多家，它可以卖电，民众可以跟任何一家售电业卖电。然后我们在这个售电业的这一部分，我们会要求它的碳排放系数，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碳当量，来让它必须要买部分的再生能源才能来卖电。而且我们因为为了要发展再生能源，所以我们把再生能源的发电呢，我们容许它跳过售电业，它直接可以卖给大用户。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的构架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我们的电业自由化。各位大家，台电的员工一直在抗议，说他们的工作权，他们什么台湾讲一大堆理由，其实只有一个啦，我认为啦，他们认为要保持他们现在的独占啦，因为他们怕他们的工作权受到侵害。我要跟各位保证，如果你现在是发电业，在电力公司的发电业者，你还是在发电业，没有，因为国家也可以有发电业。你如果是在输配业电业，你还是在输配电业。你如果是在营业所在卖电的，你还是可以再卖电的。你们的工作福利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啦，在我们的这一个构架里面，你们不会受到影响啦。最后我要讲的，我要呼应行政院的这个话，分两阶段根本没有必要，要就是一阶段，如果一阶段还没做好，就退回去重新用一阶段的方式，我们直接让电业自由化。所以呢，我们希望行政院能够往火力法院能够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好，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请工研院绿能所方良吉博士，然后麻烦云林科技大学蔡岳勋所长请准备。主席、部长，各位，这边有很多各位亲爱的朋友，十几年了，这是隔了十几年以后，我第一次又回到这个立法院，心中有非常多的感触啊。
因为过去担任这个就是现在的能源局的局长的职务，所以为了第一次的电业法，第一次电业法的版本，我是逐条逐条就这样子，好像经过了二十几次的协商，所以我对这个条文啊拿到我就有兴趣啊，把这个条文不满意的地方啊一条一条看，一条一条改。我后来发现啊，我改到第六十几条我改不下去，然后这个几年前的苏主席在当民进党主席的时候啊，我跟这个现在的政府的成员里头也一起写了一个版本，然后也在两位这个民进党主席的前面啊，告诉这个版本的内涵，那么让他们了解这个为什么电我们要放宽管制啊。那十三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在压抑的情况下，我那个时候当局长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版本啊，是退让到设立独立调度中心，同意代书，其他的部分哦全都不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被这个最后拉下来，就是二三读的时候就没有通过，有意见就拉下来。然后过了不久，这个就借期不审嘛。我也是为了这个电业法啊，然后再加上我个人身体的因素啊，我就辞掉了这个局长的这个职务，我就不当了。那感触蛮多的，为什么？因为那一天被拉下来，二三读被拉下来的时候，我人在台北。当天晚上，我弟弟打电话来说，父亲过世了。那个他是无痛无病啊，睡眠之中啊，就这个食物去哽到，就没停了呼吸。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电业法被二三读被拉下来，没有过关，是我父亲当天走的日子。所以我感触特别多，然后我就决定，我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决定辞职了。后来发现啊，隔了几年，我后来发现这位立法委员啊，后来就不当立法委员了。他服务的公司，过去服务的公司，原来每一年啊，台电会委托他们公司大概$100万的委托研究费，当然在国外了。可是我就去看他们的过去的预算书，后来发现啊，奇怪呢，这个自从他把我们这个电业法有一点自由化倾向放宽管制的部分拉下来以后啊，他们的公司每一年台电开始编列，逐年编列超过1亿的委办费啊。我个人是不晓得啦，委办费当然有委办计划的名称嘛，也许有这个必要啦，可是瓜田李下，你替台电立了这么大的功，然后台电回馈突然好像也是从一年100万这个固定的这个差不多费用的委托研究变成1亿，这个我心里面是很难过了。我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真的要这样子吗？这个我们来看我们这个投影片啊，前面是
我个人这个过去的牢骚啊，我从来也应该好像也没有公开讲过吧。今天在这个地方有几位委员在这里头，我们在场的我所认识的委员都是非常正直、这个英明的，所以不会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况，这个也没有在国外单位这个服务的。我们电业法修改到底在修改什么啊？也许我讲的好像比较像老师在上课，因为我过去就是老师嘛。这个对不起，我跟各位讲一下，那个我现在不在，我已经退休了，所以我现在是完全裸退，我现在没有工作，所以是拿这个劳保的退休金，所以不是绿能所的这个职务啊。那个我们的问题是购售电还有这个价格都是管制的，我们是一个非自由竞争的市场，用户缺乏购电的这个选择。那我们是为了这五个原因啊，我们有一个愿景，我们才来修改这个电业法。那修改电业法，从我过去的观念，一条一条，虽然条那么多哦，这个京瓷太阳电力公司啊，这个日本很有名，他后来也拯救了这个日航，稻盛和夫啊 ，Kyocera 这个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说啊，这个要救一个公司很简单啊，就是大道至简，至心一处，至于何处，且问初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这个里头电力市场的架构有基本上有这五种啊，最后头的就是说啊，有输电的交易市场，有配售的这个交易，然后中间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复杂的这个线啊。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这种电力的市场是在最左边的这个，而事实上旧有的法律啊，事实上是 M1A 的这个市场，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区域性的，像金门，可是我们的金门是给台电管的，我们的法律上面还是可以设立地区性的总和电业。那过去哦，我们要把这个改成这个右边，这个都一直没有成功，都一直没有成功。那我们现在啊，要改的是一个不在这个图里面的这种形式，下一张。那我们争议的地方啊，就是到底怎么分离，这个是争议的方式。那各位晓得哈，前面那几个图里面啊，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例子，不见得说哪一个方式比较好。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弹性改变哦，你要变换很快。如果地方有错，你就改，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功。下一张，那这个是能源局的版本啊，他公听会原来我以为是这个版本，后来他们突然之间改成另外一个版本。好，下一张，那我看到这个整个这个条文哦。里面条文里面哦，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条文哦，是以发电业为中心。以后啊，这个条文如果照这样过，发电业就是王，就是最大，连那个电力管制机关输配电业，通通都得听他们的话，哎，通通听他们的话，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好，接下来下一章。我要问这几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几个问题啊，在这个法案里面没有真的很明确的答案，而且有一些互相干隔的地方。下一张，这个是我整理，比方说我把每一条看，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力的趸购市场的操作运作方式
要符合这几个原则。售电公司干什么？发电端、电力网、电力系统的调度，还有这个操作者以及这个电力市场的管理者，他们要尽到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要有这个部分啊，那市场才会完整。所以我是按照这个原则啊，把一条一条条文改，啊，一条一条条文改。可是我现在已经改到六十几条，已经有一点力不从心。下一章，那回到这个前面的那一章，就是这个是初衷啊，就是说啊，我们要开放发电售电，开放台电代输，这个是针对绿能或者一般的电力，我们都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成立公平公开的调度中心，取消一条龙的这个经营模式，这些如果其中我们能够达到的话，我们就算我们的电业法有往前进一步，就是在审法案的时候啊，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些我们民意代表啊，我们的委员能够啊，从这样的内涵来看看我们这里头的条文。那么我想我就先报告到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下一次，我还有第二次嘛，啊，好，谢谢。谢谢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国立云林科技大学法律研究所所长蔡月勋所长哈。那接下来请台湾大学经济系郑秀玲老师哈，准备，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啊、部长啊、各位长官啊、各位先进、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云林科大科技法律研究所蔡月勋。那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立法院来跟各位报告有关于电业法修正，我们作为一个法律学者，而且长期在能源政策上面研究追踪，然后可以来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这些心得哈。我首先要致歉的哈，我本来排第一个，啊，因为温大也干哈，那个9点以前要我们来台北哈，我尽力了啊，所以没办法哈，那既然不能第一个讲，那就最后一个讲。那身为最后一个讲，我知道我的任务，我会非常切中重点的来跟各位报，而且前面很多先进其实也提了很多，而且对，最后一个讲就是后面全部没有 camera 哈，所以我这边也会比较自在的开始讲啊。OK， 会了，我们网络我们是有直播的啦，所以大家都看得到。那个，没人看啊，会了会了。OK， 不好意思。缓和一下大家的气氛哦。电业法是个很大的事情，能源是国家的大事。我作为研究能源法政学者，我必须跟各位报告，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能源意识非常薄弱。大家认为能源是理所当然的，用电是理所当然的，电费不能涨，油价不能涨，但是却完全忽略我们自己的能源结构非常的脆弱，所以。今天在修电业法，我其实从一个法政学者的观点来看，这才是其实这是二十几年最重大的立法。我觉得应该是要有更多的人来谈，因为台湾是孤岛电网，你弄不好跳电，全部的能源断了，会出很大的一个差错跟纰漏。哦，那刚才各位很多的先进也都针对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提出各端的看法。那我是一个法政学者，那我时间有限，我这边简单就两个我认为比较大的重点来跟各位报告。麻烦下一页啊，第一个独立管制机构的问题，第二个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再跟各位报告电力管制机关跟它在市场管制上竞合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啊。下一页，不好意思。独立管制机构，我这边很乐意来跟各位，如果有时间，很乐意以一个教授的身份来跟各位报告。从文献的回顾，从各国的经验来看，推动电业自由化非常重要一点，除了政府的决心以外，其实很多的国家经验都显示，强而有力的独立的电业管制机构才是重点，才是关键。那这点不是我讲而已 ，IEA 在2005年的报告也是这样讲。
加州在检讨整个加州自由化缺电的危机之后，也是出现同样的决议：电业管制机构你到底功能强不强，独立性够不够，专业性够不够，将是推动电业自由化能不能顺利的成功，会不会崩盘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哦，那我这边很快举个例子，下一页，各位看，在美国 FERC， 然后各州也都是独立机关，欧盟。以一个区域来讲，整个的欧盟能源监管机构也是一个独立机关。下一页，下一页。好，日本，日本 EGC， 日本在新能源战略、新能源法通过之后，改革它的电力自由化，在第三阶段，这个是2005年最新通过。日本也是成立电力与天然气市场监督委员会，它是独立机关，完全在独立的在管制所谓的市场，也就是市场跟政策这两边是分开来的。那市场监理机关要面对市场监理机关它该有的独立性跟它的功能。那下一页，那英国 OFGEN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它也是一个独立机关，然后它也把电力市场跟天然气跟其他能源市场一起下来做管制。那下一页，好，这边要跟各位报告，我 go through， 事实上我从103年、104年、105年，我就追踪我们近来电业法。还有过去20年来电业法的一个追踪，现在新的版本，其实各位去看，你光不用看，你就知道电业管制机关很重要。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它有多重要。所有的条文，一半以上的条文都跟电业管制机关有关。电业管制机关要做的事情可多了，它要发执照，它可以废照，它现在在新的草案里还可以撤换负责人，它还要罚钱，还有行政检察权。这么多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看100多条条文里面，大概牵扯到直接就写到电业管制上就50条。那这个机关重不重要？但是我们看现在的草案，下一页，我们现在的到底电业管制机关该长得什么样子呢？103年、104年、105年，我简单跟各位讲的结论，越定越混乱，这里面反映出一些问题。但是我跟各位报告，第一个，到底是行政院还是中央主管机关？置在行政院之下还是置在中央主管机关之下？中央主管机关这边指的就是经济部，这就牵扯到层级，你的层级到底要拉2级以上还是要3级？再来指定，跟各位报告，以一个作用法、电业法来指定一个组织要去生出来，还是被创设出来？这个在法律在公法上面非常大的质疑跟疑问，而且。指定是一个事实行为，它不是一个法律用词。哦，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过了这个条文，我是指定现有的机关呢，还是我可以指定一个还没有出生的机关呢？我可以指定上一级的机关呢，还是指定下一级的机关呢？那这个机关它应该叫什么名称？我们讲它的主管，它的最高的行政首长，这个机关的行政首长它该叫什么？它的官阶是什么？下面配多少人？员额是多少？这是空白啊！如果我们回到刚才，一个电业管制机关在电业法修正占一半以上的条文，而且有这么多的强制处分力，但是这个机关长什么样子，它的权限该多高都没有，那难怪整个如果在推动电业自由化，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或者未来我们在推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到底被改组的，不管是台电还是民营电厂，还是业者还是民众，会忧心忡忡。因为这个机关到底长什么样子是有问题的。好，那退一步想，中央政府原额有限，那我们有中央组织标准法、行政院组织法，人事单位也说不能再扩增，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以105年的版本，中央主管机关这边只是经济部，经济部指定电业管制机关，经济部能指定他上一级的单位吗？经济部能指定环保署吗？没有嘛，他一定是指定他下面的机关，那只剩什么能源局而已。那跟各位报告，能源局现在只有100个人的员额，要管核能，要管再生能源，要管天然气，要管油，要管气，要管水，光这一个百个人都搞不定了，我们还是指定他成立一个电业管制机关，然后要去做很多推动电业自由化的任务。如果各位看他法条第4条有关他的职权，如果台电要做功能性分解还是法律分解的时候，还要电业管制机关去管制，那这一点。其实是相当有问题的，没有办法创造出既有员额、行政资源、组织也不定性，也有可能拖累混乱现有的行政组织的建制。所以，我在这边还是恳求各位，
在立法的严谨度上面，有关于电业管制机关这边真的要特别的慎重。另外，因为时间有限，我另外谈一个电业管制机关，它是市场管制，市场管制有行政管制面各种措施，另外一个很重要是价格管制。新的草案把价格管制拿掉了，我不懂这个电业管制机关要怎么管制这个市场，这个请各位还可以再思考。由于时间有限，谢谢各位。谢谢蔡老师哈，这个希望以后经济委员如果经费充裕的话，搞不好可以先让这些比较远的哈，先来台北哈。好，那个因为招委这个黄伟哲这边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蛮关心这议题，而且时间也有哈，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就会开放第二轮的发言登记。好，就是说如果各位先进如果想要做第二轮的话，其实可以来登记，不过时间是四分钟。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台湾大学经济系郑秀玲老师。好，好，请郑老师。那如果要做二轮发言，其实现在就可以来前面登记了。好，谢谢。委员，各位贵宾，不好意思，因为我昨天才临时决定要来的哈。这个题目我其实研究，我研究了几个月啦。那我知道这边有很多的利害关系哈，所以我本来这个议题我本来是不想要出面来谈我的立场哈。不过但因为牵涉到很多小老百姓、中小企业的这个他的这个未来的生存的这个影响到，所以我想我还是出来讲一下哈。哦，首先先讲一下我的一些经验哈，所以我以下的发言应该是基于比较专业的立场来看。第一个，我曾经在美国的 DC 的公共事业委员会担任过这个专家见证人啊，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实际在管制、监理跟规范那个州的独占的这个电力公司哈，所以我有这个管制者的这个实务的经验。第二呢，我长期研究这个产业经济的方面的研究，我曾经发表一篇论文我实际用计量的方法去收集台电三十几年的资料，去分析它有没有规模经济啊。那所以呢，这个台电我研究过，然后呢，我也曾经接了一个产学计划，把台电的绩效跟全美国两三千家的电力公司的平均的表现来做比较。那当时我的结论当然是说冗员太多了哈，那他们不晓得，后来我就做一个这样的报告。好，那所以然后我也看了一下美国的五十几州哈，目前其实还是维持每一州独占，只有十七州是开放电业自由化。那英国是实施这个电业自由化最先进的国家。那它的后果怎么样呢？待会我会介绍一本书介绍它啊。那情况是蛮糟糕的哈。所以根据我的过去的经验，我的研究那我以下的发言是比较基于一个专业的考量。那当然可能会影响到某些厂商的利益哈。那实在是很抱歉第一个呢，我认为我们台湾很小大概就是美国的一个州应该是台电的这个生产是具有规模经济的。那电力的生产，它的特性是它发电以后没办法储存，好，然后这事实上它具有所谓的自然独占性，因为它具有自然性独占性，所以几乎很多的国家，像美国，每一州都会让它独占啊。那当然，美国有些州是独占是民营哈。那我们台湾的特殊的考量，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台风的、地震的、偏远地区这些东西。事实上如果是一个财团在经营这个电力公司的话可能这些事情他可能不愿意做哈。所以呢我认为我们台电还是要让它维持公营的哈。那当然如果把它拆成说是发电业跟输配电业这两家公司这个是应该是 OK 的。那我们讲到英国是最先进的实施电业自由化的国家。结果呢，我们从时报周刊最近出版的这个书我大概希望请总统、林权院长每一个立法委员都来看他那边写他们英国把他的电力、自来水很多的这个公共事业呢产业呢把它自由化的结果造成财团治国的情况。美国的英国的电力公司现在是被法国的电力公司买去。好，那个香港港商李嘉诚也去买了英国的电厂。
啊，所以可以想见，好，所以英国的状况呢，它的电力公司，如果你的穷人家付不起电费的话，会被断电。然后他们的电力公司里面就有工程师呢，就是化身成罗宾汉公司呢，偷偷再把它接电接回去。总而言之啊，非常的可怜，很可怕啊。所以呢，我们的这家台电公司哈，我是觉得还是要国营公营继续经营下去。那分割成两个部分啊，这是可能是 OK 的，但技术上怎么实施这个我就可能这个要政府再仔细的考量。好，那台电呢维持供应的话我们要我们立法院要去强力监督它去推动需求面的管理。好，美国三十几年前就在推动这个需求面的管理，要节约能源，所以他们已经不再盖电厂，不再盖核能厂，要去推动装置智慧电表。好，那我也支持说我们来发展再生能源，因为再生能源呢，我们其实中南部阳光充足，永续发展，没有污染。好，那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电价会偏高我们是可以给它一些这个补助，这是可以接受的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另外呢，就是刚才前一位的那个教授讲到，整个这个法案里头的这个管制单位很重要哈，所以我先归结目前政府想要推动的，就是让台电公司还是国营的，分割成两家公司，这是可以接受的。去推动再生能源这个大方向，我也可以接受我也觉得很好。那但是细节，目前这个法案呢条文还蛮这个粗糙，很粗略尤其刚刚那个先进讲的。我们的管制单位在美国的话有能源部DOE 能源部讲国家的这个政策，但是我们的能源局是在经济部下面。我们在推动再生能源的时候，不只考虑经济的发展，可能还要考虑这个环境的这个保护，环境的污染的问题。所以呢，能源局不适合来做这个管制单位哈，可能要位阶要再提高。美国除了能源部之外呢，各州呢还有这个所谓的公共事业委员会。那像我就是服务的这个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是一个委员会的这个性质呢，负责这个监理的单位。那他们公听会的时候，不会只有业者的声音哈，像我们台湾所有的公听会，他们都是业者的声音哈。通常那公听会一个 case 要不要涨价这件事情，就会讨论三个月，会有这个政府的立场，政府要提出他的立场，人民的立场，业者的立场。在一个法庭里面辩论三个月，才能够决定说要不要这个涨价，要不要这个降价哈。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管制单位来处理你现在把它开放以后的一些相关的事情，不是能源局目前的位阶可以做到的。好，所以这个管制单位这部分的条文要位阶要提高，然后要去好好的去完备它。好，所以这以上是我的这个发言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发电业跟输配电业分成两家公司的时候，要注意到大概这个新的这个业者呢，可能会跑去都会区人口多的地方去设公司，那市场会比较赚钱，所以偏远地方没有人要去，高山离岛没有人要去，所以要像电信业一样，要成立所谓的这个普及基金，在都会区赚钱的公司要把哪一部分钱出来给偏远的地区的这个业者哈，所谓的 Universal Service Fund 这部分可能要做，然后输配电业的公司要确保它所谓的 Equal Access， 就是任何的发电业提供的电呢，它要去公平的去输送哈，所以这两个精神我们在这个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要考量到。以上的报告，谢谢。谢谢郑老师哈。不知道在场委员有没有要发言的？好，没有。OK，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方良吉博士哈，工研院绿能所哈，他登记第二轮发言哈。那我们请方博士好。主席、部长，这个我第二次发言主要是针对这个有一两个我觉得还蛮重大的条文，也许我看错或者是我虽然每一条啊尽量去改它啊，可是这个好像比让我的这个
能够改的这个范围，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提就说明一下，就是原来我们很多的违规或者损害啊，损害这个电器设备啊、发电设备等等这些，我们通通都是有刑法的处理嘛。那我们条文里面窃电也是按照刑法，可是我发现这个条文里面啊，把刑法的部分全都好像都拿掉，我不晓得这个是很特别还是怎么样。结果我看到这个新的条文的105条啦、106条啊，这个里面把那个损害的部分啊，说在第56条有规定，所以就删除它。可是我一翻到第56条啊，56条只规定再生能源发电业跟售电业。啊，如果迫害输配电业，就没有法则，而且好像是单独列练还是怎么样子，我不晓得。可是我觉得这个酒驾啦、破坏电信啦、这个网络犯罪啊，通通都是刑法是来对待它。那破坏这个电力用跟国家安全有关的电力设备，哎、欸，好像不是刑法，而是用罚钱，好像是有一点点问题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是95条啊，95条里面定了一个，这个就是把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把它排除不再适用。然后事实上现阶段的就这个公积金的部分啊，就是经过这一条之后啊，我们的公积金大概有将近100亿、90几亿的部分，我们就放弃不收了嘛。我觉得这个这样子好像有一点点不大公平，因为到手的钱怎么回给财团呢？财团不是要把这个钱，然后92条从92条里面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些民营的公用事业啊，就算它只是 IPP 发电，它也算公用事业，因为你在前头这个条文里面啊，条文里面是新的39条里面啊，就是因为它要这个条文里面是准用公用事业，不管发电业设置电源，发电业经过这个都市计划法或者森林法有关的林地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准用公用事业。所以表示说啊，我们那个公用事业的条例啊，应该还是要有适用的地方，不然将来这个如果有人提出图利啊，或者这个部分哦、啊，我觉得我们会有法律上面的这个疑虑在这里头。以上补充一下，谢谢。谢谢方博士哈，我们接下来请高如平理事长哈，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哈，第二轮发言哈。好，主席，大家好，我针对刚才的那个讨论，一些先进的提供，我也提供一些我们的建议啦，就是说有关于那个再生能源，其实都一直有一些迷思哈，比方说最经典的就是有一片云飘过来，然后那个太阳就不发电这件事情哈，就是如果台湾只有10片太阳能板的话，那当然是这个样子，一片云飘过来，然后那个太阳就不发电哈。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未来的这个再生能源，不管是2年是1.52吉瓦哈，或者是20%的那个再生能源哈，就是说
我们大概有依据现在目前的这些太阳光电业者，其实都有一些及时的资讯，就是说及时的这个发电资讯。可惜台电公司到目前并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个及时的这个发电量，因为它原来的这个目前的台电只能掌握的就是要用那个手抄的方式哈去掌握台电的发电量，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台电的公开的那个资讯网上面看到一直缺电，一直缺电这件事情呢，其实在再生能源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及时掌握的哈。那当然这个部分是需要未来不管是台电公司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电力的那个real time 的这样子的系统必须要再建置完成哈，包括智慧电网或智慧电表。那我们看过，如果说现在目前的这个太阳以这个太阳光电来说好了，以现在如果说是各地目前，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如果以太阳光电业者的目前他们的这个发电，因为为了要管理的方便，所以他们其实是有自己的这个管理系统 real time 的管理系统。如果说是在一个区域哈，那个突然一片云飘过来的时候，那可能大概就是会影响到80%，这个是没有错，一片云哈。如果我们的太阳光电只有一片云那么大的话，那如果说以整个现在台湾目前所发电的情形来说，如果一片云飘过来全部的这个阴雨天的时候，可能它的影响的是5%而已啊，这个是我要先去回应一下哈。那另外就是说有关于这个再生能源是不是在这个电力的这个稳定性可以怎么做呢？以目前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再生能源它其实是需要看，它是看天吃饭的哈，所以说以现在目前的这个天气是可以预测的，不管是风或者是太阳它是可以预测，而且它的预测的量是可以达到60%的。透过这个在天气的预测，再加上智慧的电表，以及结合储能的设置，还有不要忘记我们还有地热发电是作为积载的能源哈。所以再生能源它未来的发展，以现在目前来说，它的这个占比是那么低，除了这个当时的那个政府的政策不明确，然后法令规章的不完善，执行的效率并不是很好，社会的共识并不是很够，能源的效率并没有有效的提升的以外，那还有就是说有太多的这个迷思哈，我在这个部分必须要再说一下。那另外有关于说目前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提供我们的电力的备载容量，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值得考虑的。如果未来的这个电价会涨，我们的电费是不是一定涨，这不见得哈。如果说未来有更多的民众他是可以参与再生能源发电的话，或者结合节电的话，针对这个，比方说还有需量反应，未来实际上面的电费的用的越多，还有你可以发电，或者刚才有的朋友说，我如果可以自己发电自己用，还有余电等售的话，未来电价如果涨，是不是电费一定会涨？这个是可以值得考虑。当然，还有就是有没有社会共识？大家对这个未来要发展更多比例的这个再生能源，是不是有共识？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哈。好，我今天先报告到这边。谢谢高老师。接下来请台电工会常务理事肖理事。主席，各位在座的贵宾长官哈，那个主席因为刚刚不在哦，所以我特别上来再讲。我刚刚在办公室有听啊。哦，真的吗？哦，那我上来还是真的是，我还是要回应一下哈，因为刚刚听到几位专家学者先进的讲解哈，事实上我第一段哈，讲的太少了，那我发觉到哦，他们讲解我没有上来澄清的话哈。那可能有一些专家学者他的见解跟我们台电可能就会被抹灭掉吼。台电吼在澎湖的绿能吼目前设置已经超过15%，在整个澎湖的供电系统里面它已经超过15%，这个是证明什么？证明其实台电真的是努力在做。为什么？为什么从澎湖开始发起？哦，因为澎湖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供电系统，实验成功了才能够拿到台湾来做。哦，那很不幸我们变成白老鼠，但是我也甘愿。为什么？能够担任一个能源一个设置实验性的一个企划的一个地点，我也觉得很幸运了哈。但是设置完以后，我们觉得以刚刚我讲过的澎湖的绿能发展模式套在台湾可不可以用？
可以，我再次强调可以啊，因为我刚刚也跟我们隔壁那一位唐小姐讲吼，事实上澎湖的经验台湾可以取，但是我必须要再次强调，你台湾必须要设置等同量的备用容量，没有的话，那你不要跟我讲一些高调的言论哦，因为我很讨厌那一种吼，就是讲了一大堆理论，结果到最后是没办法做的。讲了一大堆事实，结果后来是在骗我的，哦，那结果我会很痛恨这种人，哦，那我再讲一次，哦，刚刚也有人讲到风可以预测，我跟你讲，全台湾最会预测台风的走向，除了能源，除了气象局以外，可能就是我萧贤忠啊。为什么？因为我是在专门在海里面长大的，我对台湾的动向，我的认知绝对不亚于现场的各位，但是能不能够准确预测啊？这一次台风我就被我老婆笑了，笑什么？连预测还是会不准的时候，真的不准啦。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你很会预测太阳能。刚刚我们那一位高小姐也讲了，事实上我很不客气的讲吼，太阳能的制程一度坏度电，它必须要4500kW 的制程 的那个能源来制作一块太阳能板，再来发一度电。假如我有讲错，那个部长你要纠正我，哦，但是花了这么大的一个能源来制一块太阳能板，就为了发一度电，那请问值不值得？好，我没有批评的意思，但是后面他还要后续再处理这些太阳能板的时候，那你要再花多少的能源再去处理？哦，我必须要再强调，假如你今天认为这个是适合做，我们继续做。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是哦，我们台电对绿能的发展不遗余力。虽然这一部电力法，我跟能源局这一边哦交恶，我们李祖密也被我骂了好几次，但是我还是强调，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总是有人不爽，总是有过去。但是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走到这边了，那我们是站在同一阵线。我们在座的这些百姓，不管这个政党、这个国家有多么烂，但是我们还是要记住，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子民，我们必须要跟他站在同一阵线。啊，假如你还在为反对而反对，那不好意思，到最后我会唾弃你，所有的人会唾弃你。澎湖以前是国民党长期执政，现在已经翻过来了，有一天还会再翻过来。好，假如你不做好的话，谢谢，这次没有控制好啊，抱歉。好，谢谢，谢谢肖长理。接下来我们请中央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林老师哈。主席哈，李部长还有在座各位先进哈，我是做电力系统跟智慧电网的哈。那么我在这边哈，一定要呼吁哈，这个经济部未来在推动大量再生能源部件的时候，一定要有配套。哪些配套呢？大的备转容量，例如还有抽蓄发电，或者是太阳光电采用智慧型反流器，还有自动蓄量反应等等。那么大家都提到欧洲，那么欧洲虽然有很多例子，它的风电瞬间可以到50%，可是它各个国家还是准备非常大的备转容量，例如 LNG，例如这个自动蓄量反应，例如抽蓄发电。那么台湾也有抽蓄发电，可是问题是台湾的抽蓄发电的容量只有300到400兆瓦，而且当以前的抽蓄发电是为了因应核电，核电它是机载，它是非常稳定的，可是风电是非常不稳定，它有很大的间歇性，所以我们的抽蓄发电是不是足够？如果不够的话，一定要尽早规划，而且要把现在所有的抽蓄发电厂要改成变频，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因应那个风电的间歇性。另外呢，这个再生能源的大量部件哈，大家主要的目标，台湾主要的目标还是在太阳光电。那太阳光电它的间歇性也是非常的强，这个时候来讲呢，就一定要用这个智慧型反流器。什么叫智慧型反流器呢？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太阳光电并网的反流器一定要具有能够调节时功跟虚功的能力。这种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调度，可是呢未来太阳光电的这个电厂可能是几万户几百万具，可能不管是台电各级的调度中心可能来不及调度，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
订定规范，好，能源局要订定规范，甚至立法，以后所有并网的反流器一定要主动能够调节时工跟虚工，频率变化的时候你要调节时工，然后这个电压哈，快线电压如果是过高的时候呢，你就要吃虚工，如果不足的话，你就要提供虚工，必须要有这种能力，才能够在未来这个再生能源大量部件的时候，仍然能够维持电力品质，还有电力系统的稳定度。另外一个大家都没有提到的是储能，储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我以前已经建议过能源局要考虑哈，我是在透过能源国家型计划的会议建议能源局，未来举例三度电的对不起，三 kV 的太阳光电可能就要必须要配三度电的储能。这个原因很简单，分散式储能才能够有效的处理。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光电，它的间歇性哈、哦。那么除了一般间歇性利用储电可以提高它的电力品质之外哈、哦，现在的法规是每分钟这个太阳光电系统的出率不能够超过容量的变化，不能超过容量的这个10%。那么除了还有一个好处哈、哦，就是台电哈、哦，所有全世界所有电力公司最担心的这个压制曲线的问题，也就是说五六点的时候这太阳光。太阳突然下山了，结果这个时候呢，家里的用电量突然增加，这个时候台湾电力公司绝对来不及调度。如果我们能够立法，三 k 瓦的太阳光电配三度的储能，这个时候来讲，储电可以放出来0.5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电力公司才有足够的能力去调度，否则的话系统绝对会崩溃。那么，政府虽然希望能够大量部件太阳光电，可是目前并没有一个事权统一的部门。能够跟各部会、还有各县市政府、地方农会跟水利局来统计可以供大量太阳光电部件的土地哈，那么这个要先规划好，规划好之后呢，我们的政府的研究团队就可以配合台电来开始做各区域或各县市的分析，分析完之后呢，政府部门可以根据这些再来规划到底什么地方要部件多少的。太阳光电的容量，而且还要有相关法规、金融及招生等配套措施。如此的话，我们大量的太阳光电的部件才有可能会成功。以上发言，谢谢。好，谢谢林老师哈，林老师，接下来我们请云林科大蔡所长哈。主席、部长、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好。很抱歉啊，云林科大的蔡玉轩第二次发言，因为刚才议事人员跟我讲说要发言第二次，拖过11:30才可能会有便当，所以我还是抱歉来这边跟各位打扰一下。麻烦投影片请放一下，因为我刚才比较赶一点点哈，有第二个点还没有跟各位报告。刚才跟各位报告主要是建议我们。我们立法院这边还有我们的业务单位 部里面这边关于独立的电业管制机关一定要特别重视，因为不管是 IEA 或者全世界所有的发展经验，理论上的文献都说强而有力的独立的监管机关是一个重点、哦、那这点这是我的建议，拜托各位我们立法院的委员们能够参考一下。那第二点我要讲比较细节，抱歉我们法院比较琐碎，那个投影片还没开始之前我这边谈第二点是，那如果有了这个独立监管机关的话，那我们逐条去审视，我想我的研究室大概是唯一一个逐条好几年 都来做比对的。我们发现有一点，到底这一个监管机关 它存在的它的功能够不够，这里面的功能包括它有没有办法利用它手头上所有的管制工具能够去管制能源市场。那这里面出现两个复杂性，我们发现现有的草案管制机关的功能，它的功能有局限性。第一点，我刚才跟各位报告，第一个价格选择权、价格调控，这是我们知道要管制一个市场，你后面有个鞭子，这叫行政管制，前面还是要有胡萝卜，你才有办法管制这个市场。你叫一个监管机关，胡萝卜没了，叫一直用鞭子去赶，可是这个鞭子又是一个很短的鞭子，因为我们看到里面其实很多权力都是被阉割掉的哦。我们的监管机关没有办法像行政院的其他部会，例如说监管会，依照证交法，依照其他的法律，它可以有事前的介入。我这边一直在谈事前介入很重要。最近复兴就是一个案子，事后捅了一个这样的篓子，大家要怎么收拾呢？所以很多时候其实监管是要事前，
你有没有这个事前的权利？那我们勾输入这个草案，我在其他论文有讲，很多是不够。第二点，市场管制竞争问题，其他世界各国哈管制电业，电业是很大的事业，也有很多很细的，它有不同的能源。这里面碰到一个问题，跟公平会之间的关系。你今天有联合行为，有垄断，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竞争行为，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很多行为在我们能源市场是必要的，可是违反现在的公平交易法。那如果以后发生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到底是公平会要听未来的能源监管机关呢，还是监管机关他可以表示他的意见呢？这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监管 antitrust 的监管。那我们看到国际上，英国它是分开的，德国是关于能源市场是联邦卡特尔跟能源监管机关一起下去管，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现有的草案有一个问题是，要违反事业上要违反到市场竞争，要到有罪判决确定，这我真的要跟业务单位讲，这个就是没有找老法律老师在讲。我国公平法现在叫先行政后司法，根本不会有有罪判决确定。你要等到其他地方要有罪判决确定，你才要去处理。还是回到刚才讲，这个已经不知道几百年事后了，你能源监管机关还能做什么？哦，所以我提这几点虽然比较琐碎，可是我其实在我的论文跟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论述。可是今天谢谢今天这个机会，我还是提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谢谢各位。好，谢谢所长，也跟您抱歉那个。硬体设备，哎，那请再提供书面给本委员会哈。接下来我们请能源局林局长来跟大家说明。局长，局长说明完、回应完之后，那个请部长。好。主席啊、各位刚刚啊、来给我们建议的这相关的专家学者，大家好哈。我想就这个电业法的一个修法哈，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部分，所以刚刚我们听到有相当多的这个专家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这个建议啊。那我可能没办法一个详细的针对各位专家回应，但我把它整理出来几个大的方向跟诸位做一个报告。第一个部分呢、啊、那个大家都希望说哈，这电业法的修法的能够哦，这个做到最完善的时候，才让他哈、哦、这个有一个好的一个修法的一个这个条文出去。那我们过去看到，民国八十四年的时候，第一次提出电业法的修法，有六次提出电业法的修法，结果都无终而止。那我无疾而终，对不起。那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讨论那么好，结果我们一条可以走的路都没有。我现在用一个这个情况来跟诸位报告。现在一条这个电业的这个市场的大道里面，只有一个交流道，所有的这个发电业，所有的这个这个再生能源，都是靠这个交流道进去。这个交流道发生涌塞的时候，抱歉，我们那条大路都没有车子可以往前走。那这次的一个修法，我们希望说多开几个交流道，可以让我们现在所关心的友善再生能源的部分，能够有机会可以上我们这个电力的一个这个市场的大道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让我们的这个再生能源的发电业，它本身可以直供代输，甚至透过我们的再生能源的售电业来执行。那当然这个细节面刚刚有很多的这个先进提到我们该怎么来做到好，我想这里面也有涉及到这个执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对执法部分可以再聆听大家的意见去做更好的修正。那我现在要往前走的部分，就是说自由化到底是不是一定要一次到位来处理？那我跟各位报告，事实上我们这次的电业法的修法里面，我们提到的是怎么去做能源的转型，跟我们的一个电业的改革。那这个能源的转型跟电业的改革里面，我们强调第一个前提是要稳定的供电，然后我们的一个这个供给能够多元供给，我们的电网可以公平使用，我们的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但是我们没有谈到说要完全自由化。我们看国际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案子来看，日本也好，德国也好，甚至英国，大家刚刚所提到的部分，都是逐步的修法，去达到最后的这个目前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大家都想自由，可是我们想想，台湾的这个电力市场能够一步到位的自由化去处理吗？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必须要好好的思考。那大家刚刚提到说，台电的这个经营效益非常好，我们也认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让台电还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维持我们国内电力供应的一个角色，然后让我刚刚所讲的只有一条、只有一个交流道的这个再生能源能够多开几个交流道，让它上这个路上往前走。我想我们这次的设计的用意是这样子。那没有路可走的时候，我们开的路让它可以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有机会往前迈进。那刚刚各位所提到的部分，就是说涉及到再生能源条例跟目前电业法的一个竞合的问题。我们承认
在现在的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第八条里面有到有规定，所有的再生能源是在地这边的并网。那我们也提到这样的一个修法，如果我们的电力法通过之后，再生能源条例势必一定要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调整。这个涉及到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这个前后顺序的进行。那当然，各位有看到我们现在在这个外面所公布的这个再生能源的修正条例，那这个部分是在预告。我们一直在收集意见，而且视电力法的修正的一个这个进展，我们会做适当的一个这个竞合上的一个调整。好，大概是针对大家所提到再生能源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刚刚有很多的先提到说，不用修电力法，我们就可以去让发电去申设，指的是民国八十三年的开放 IPP。事实上，我们回顾到民国八十三年的时候开放 IPP， 它是透过一个这个专签的方式处理解释现行的电力法。那大家不要忘记了，民国八四年我们提出这个电力法修法的时候，就是要去衔接这个法律上我们所看到的不足。但是很遗憾的，八四年的电力法修法没有通过。但是，IPP 的部分确实在当时扮演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电力供应的角色。也就是说，一套西装，我们发现在穿的时候格格不入。那我们现在就必须透过修法的方式，来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完备的需要有不同的这个。可以share台电的那个发电开发的压力，透过我们的民营的发电厂进来，所以我们这次在这修法里面做这样的调整。我觉得不应该只是靠那种专签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方式，而且当时也是要有法律的一个配套这样进行。那各位刚刚有提到的是说，有很多执法都还没完备的时候，怎么可以再进行这个修法？事实上，我们是母法通过的时候进行相关执法的修法，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能源局的同仁，我们虽然只有138位的同仁，但是我们的电力组的同仁现在已经在积极的思考我们的相关执法的一个配套的一个修法。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努力。那刚刚有提到那个电力管制机关的部分，我想二级、三级事实上都是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讨论。那为了要让我们这个未来的那个电力法修法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监理的一个这个能量，事实上能源局这边也得到我们部长的同意，我们现在在积极的争取。有将近89位的人力的一个扩增，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电力法修法过程当中能够扮演更好的角色。我觉得一个互信互赖，我们的一个这个能源局可以扮演这个中间的角色的部分，是可以让我们现在电力法修法可以更进一步往前迈进的一个处理。那刚刚有很多先进提到说，像我们现在绿能不可能100%的一个这个完全的来供应，像 Google 所提到，它没有办法购买100%的绿能。我觉得 Google 所谈的不是它用100%的绿能。他是希望在其他国家都可以直接从绿能发电业买到这个绿能，但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台湾必须靠我们的综合发电业这边来处理。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条件就是希望说，他可以有机会，不是只有 Google， 有很多的企业都可以这样来处理。那我想时间可能已经到了，我待会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补充其他的一个部分。谢谢林局长，接下来请经济部李部长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个后面那个饭盒可以便当可以先发送，没有说现在吃了，好，可以吃了。那个我们主席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专家学者，我们经济部的同仁，还有各位媒体先生小姐，大家快要午安了哈，这个。我们今天谢谢我们在座的所有专家学者愿意在他们这么忙的时间当中能够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于到目前为止经过多次公听会的这个讨论之后所这个提出来的一个版本。那我们必须这样讲，就是电业法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的确希望在稳定当中求进步。那我们经常做一个比喻，在经济部内部讨论说，我们很像在开着一个车子，那还要换轮胎，好，那又希望这个车子不要脱轨。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像我们现在在修这个电业法的时候所这个恐惧戒慎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基本的思路。那我们大量的收集意见，逐渐的走到今天这个版本。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大家提出各种想法，里面有不少的想法的确在过去的公听会当中得到不同的这个回馈的意见。那也有一些想法的确是大家提出来，是一些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考的。那中间一个最大的结构除了大家刚刚一部分提出来的想法以后，我们其实当然可以逐条回应，不过我想我们会在我们的法规上的讨论的时候会做进一步的思考。
那刚刚有一个考量点，就是以经济部这个能源局在目前的组织结构底下，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人力能够做这件事情？在现在电业法里面，它的确是由指定由经济部来主管这一部法规。那同时，行政院也通知经济部要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组织改组，所以在那个架构底下，我们正在跟不同的单位做讨论。那对于能源局在进一步的改组，希望他人力的这个调整，因应这样的电业法的结构，经济部其实是认为我们会提供最大的这个组织的需求点跟他的人力的要求这样子。那在座所有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会列入我们详细这个思考，再进一步我们再跟这个我们立法院大院的委员里面做请教的时候呢，我们会做进一步的思考这样子。那我们就先回应到这里，谢谢。好，谢谢李部长哈。因为我们下星期一还有第二场公听会，那第二场公听会还有邀请一些学者跟专家，那也欢迎各位今天的各位朋友哈，在下礼拜一的时候也一起来听这个听听看其他学者专家的意见哈。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提供宝贵的意见。那出席人员的发言以及提供的书面资料，我们会刊登在公报里面，那也会制作公听会报告送交经济委员会全体委员来以及所有出列席人员来参考。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发言，今天的公听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好。